相界啊，有这么一句俗语，那就是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那么今天呢，郭德纲老师要把文章会、大保镖这两段相声一起奉献给您。好，首先就请您欣赏由郭德纲、于谦为您带来的相声《文章会》。人来的不少啊，哎，今儿挺多，各行各业的都有，是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嗯，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炭的、卖葱的、卖蒜的，嗯，卖火腿的、卖茶鸡蛋的，卖什么的都有，他全知道，各行各业全都来听相声，对，都喜欢，说明你们这行啊好，是啊，嗯啊，好好干。啊，是好好干，有发展，谢谢您，我坐下你们这玩意儿。您这词儿老点儿，我坐下你们这行啊，喜欢，很好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咱们两个行业联合干点什么？哦，咱们两行，您不是相声演员是吧？哦，你拿我也当说相声的了？我这眼拙，我没看出来您，嗯、啊。怎么了您？你再看看，你再来了，你再来了。我这不行，我这眼睛不行，眼珠了，眼珠了，不是，猪眼了，猪眼了，你才猪眼了呢，不是，眼珠了，眼珠了，哎，没瞧出来吗？看不出来，从头上到脚下，嗯，这个精神，这个气质，对，这个言谈举止，这个表情动态，哦，啊，你仔细看看，文人。哦，这文人就都坐在炕头上是怎么着？您下去坐惯了，嗯，没看出来吗？没看出来，大学问家您啊，嘿嘿，这有学问的人都不系皮带是怎么着？大学问人哦，了不起啊！是是，啊，哦，有学问，学问家都楼了。楼像话，我说您这什么体格啊？我前些日子没少写东西，这些日子净写电视剧了，电影电视剧。哦，您还写剧本？给你找活，那还还好啊？得不挣钱呢。行行行，前些日子刚写一个哦，卡拉式条狗，那写个续集。哦，您给那写一续集？你演写续集是什么名字？于谦是个猪。哎，好、哦。像话吗？啊，不演这个，你火了？火什么呀？他根据人物走，大伙儿瞧瞧这脸长得，啊，跟车祸现场似的。我招你了是怎么？适合演这个？那也不演了。有事我提拔你。那行，有别的事儿。我们这行，我们文人墨客接触上层社会比较多。哦，知道吗？好好好，您是文人？文人啊，正经学校出来的。哦、哪学校毕业呀？啊？您正经学校哪学校毕业呀、啊？看吧，没谱。有啊，没有谱，您说呀，哪学校毕业呀、啊？有机会，有机会告诉你。这还找什么机会呀、啊？这你这么些人问回你抹不开，你知道？跟我没关系啊，跟我没。您说说您哪学校毕业？这怕什么？你看这跟。抬杠小能耐，你知道吗？我见多了这个人。我这没有抬杠的意思啊！我问问您哪学校毕业？这有什么呀？我啊，清华。您说清楚怎么这意思？哪儿？清华。听清你们听不清楚，咬字清楚一点。你这怎么回事？你兔子不真的啊？你什么叫兔子不真的？你这清华哪学校？清华。吓死你，知道吗？不至于，清华大学毕业啊？不，清华不是清华大学吗？清华啊，对啊，是清华，海淀清华大学。别问了，进清华。这您是怎么还不让问？我跟你不过这个，这没有什么过不过，不是海淀清华大学吗？不是海淀的，不是海淀哪儿啊？虎王桥。虎坊桥，虎坊桥，清华，清华，清华池吧，澡堂子呀。你后头，烧锅炉，还往后头，那就倒脏土。哎，有完吗你们啊？澡堂子后。
后边烧锅炉，锅炉后边可不倒炉灰了吗？就讨厌你倒霉模样，瞧瞧。清华，清华大学，别含糊，谁含糊了？清华大学，我说了怎么着？你弄死我，你弄死我，没人弄。我清华大学的，人家你到我们学校打死你，我告诉你。我至于吗？我啊，你跟文人来这套啊！我干嘛呀？我没带着刀，今儿我告诉你，这文人肚子不带刀，知道吗？知道吗？清华大学怎么了？清华大书法家啊，有学问，到哪儿去求我写字儿？哼，人写字儿啊？嗯，书法家，大书法家，好，到处都有我的字儿。是啊，哎，中国就俩人写字写多啊？嗯，一个是刘炳芬，哦对，完事就我。他死了，现在就剩我一人了。啊，您也写字写得多，都是我的字啊，留您的墨宝，到处都求我写字，都哪儿啊？你看，就那个哪儿都有，是地儿我说不上来了。什么字啊？什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都厕所里头啊？他们拼的我那字儿，人家拼这字儿干嘛呀？那个大地儿写的那个啊，那个对联，心往一块儿想，嗯、啊，劲儿往一块儿使，哦，横批。先拉后擦，还是厕所吗？不是厕，还是厕所呀！讨厌，你看，你跟这没文化的人没法说话，你知道吗？嗨，这字儿可不就在厕所里看得见吗？厕所就是写字啊！不，您等会儿，您甭说了，大书法家，知道吗？知道吗？到处请我给人写字去，知道吗？行了行了，书法家就甭来这个了，知道吗？我问问您啊，请您平常写都在哪、啊、哪个画廊啊？画廊。我们不上那儿卖去，我们上那儿买去，你知道吗？外行，知道吗？他哪见过这个去？倒不是外行，我没想到文人还有这么一爱好。文人也是人啊，是吧？你等会儿吧，大书法家没有，不是、啊，不是发廊，那什么画廊？谁画那玩意儿啊？我画过狗，不值钱那玩意儿啊。没有要的，知道吗？不上画廊去，我那个小屋里边，那能卖多少钱？街上，十字路口，大街面上，不是啊，呵，面向工薪，怎么还面向工薪？写字多少钱、啊？不一样，这个玩意儿哪说得准去？包括我们这收入来说，也是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月份啊，本月。这怎么还有备月儿？非得是年薪，要什么要会，发了财了。姐早上起来就忙活，哦、忙活到下午4点来钟，手都写酸了。您这一天得写多少字？写字儿可不论个儿啊，外行了啊，不懂。别去，嗯，论套，论套，咦，怎么还论套？论套，你讲呢？啊，对对，表好了的。哎，对。哦、这表好了弄得了、哦、一套论套哦，论套这一天写多少套？那哪有准啊，看来多人求字了，是不是、哎、要说忙活啊，今早晨起来忙活，保不齐20来套也是他。嚯、哦、要说今儿不行啊，嗯，30-50套啊、哦、那也不错呀，看看就回事儿、哎、对，挺辛苦，挺辛苦，您挣大钱了？不是，挣什么大钱反正说卖100来套吧，就这一天能挣个、嗯200来块钱，差不多，差不多，交完管理税，能剩个200块钱吧，就算是吧。您先等会儿吧，人家的字可都令尺，一尺就好几万。外行，在外行，我们跟那个不一样啊，我们是面向工薪。前一段时间北京有一个大书法家去世了啊，起诉啊，大书法家。起诉什么价？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您各位拍拍良心，这甭拍良心，人家那字那口感，说实在的，是吧？您说那是起诉，还饼干有没有？那更便宜了，就是什么便宜？嗯，起功，起功吗？起功啊，他去世了啊，他那个字儿很值钱的，那我们之间不比哦，这行之间不比啊，你干你的，我弄我的，谁别搅谁，不比可以。哎，您面向工薪，您这一套多少钱呢？2块，你要多了没人吃，没人买，知道吗？怎么含糊啊？这就卖多了不行，这就面向老百姓，面向老百姓哦，面向工薪。 哎，面向工薪，您写这一套字啊，得多长时间？哦，这是功夫眼，这是功夫眼哦，这个怎么也得20分钟吧，我手算快的，二十
分钟。当然这个跟字台的温度是有关系的。怎么字台还有温度啊？字台的温度啊，这手使着笔，这方方面面好多事儿，挺麻烦，挺麻烦的这东西。那都怎么个程序？您这，你看您这挺麻烦的。啊、您早上起来把字台都搁好了啊，字台这边课本都码好了，哦，这边是我那砚台，一个个的砚台，把我那笔宽笔，小宽笔，宽宽笔，哎。普通你们那笔干不了这个，不行，这么长，头这么宽，拿起来得血，你知道吗？一个月当玩使三四把，我手劲儿大，我就那么费笔，费笔给的多，你知道吗？您说跟这早上起来我还没睡醒呢，嗯，但你得出来啊，出摊啊，你就等字儿的，哦，把我的字台搁在这儿擦脸啊，这等着，这才洗脸，站满了，张奶奶李奶奶王大妈都排队拿小钳子在这站着，求字儿的都是老太太，你不一样，有男的有小孩上学的孩子们，嗯，我在这儿来套字儿，有这个，哦，也有，知道吗？嗯，这准备好，你几套，两套是吧？我有一夹子，拿夹子把钱夹过来，我不能拿手摸那钱，钱脏，对对，哎，夹过来搁在这儿，有一盒子里边零钱，自己找自己找，找完了零钱，我开始给他先做纸，做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不是，郭先生，您先等会儿，你写字这东西，不行，行，别拉架子了，您先等会儿吧。啊、怎么还做纸啊？对呀、啊，您不买纸啊？您这不会过了，宣纸啊？完了，那不灵，他不是干这个的，咱这纸都得自己亲自做。哦、这个做纸，这个字儿最后这个口感取决于你这纸。怎么字儿还有口感？你看，你这那不太不了解吧？我不知道，您说说。我们有一大盆，哦，我们这些个做纸的原材料，做这叫面巾纸。您拿面巾纸写字啊？你说那小方块，对，这么大，五毛钱一包，拿着擦脸。对呀、啊，那是纸。您做的不是也是纸？我们这是纸，知道吗？怎么个纸？要亲命了啊！您说说，行没法说。您细讲。我用盆里搁着面啊，知道吗？面蒯出来，搁在我字台上，搁好了，拿我的工具啊，嗯、啊，工具这样的，知道吗？嗯、啊，你带一下，这是万字力，完全是万字力，知道吗？这就匀实了，是吧？这必须得匀实啊！完事这当中要搁上金。金不搁金，这口感差着。哎呦，搁金子，您这不是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就是搁完之后使这个纸啊成一种金黄色。金黄，过去有这个，过去老先生们写字有不搁金子的，啊、不搁金子那套叫素的，知道吗？啊、哦，素的那是。您这是带鸡蛋的呢？哎哎。鸡蛋来啊！嗯，拿我这工具啊，看见吧？哦，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沉心服气。哦，当中啪一磕，两边一分，唰，何其壮观！拿着工具，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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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环弄多碎了。嗯，这么一转啊，必须要匀。哦，必须要匀，万字劲儿。人转呐，都得转。哦，完事儿这差不多了，赶紧翻，不翻个就糊了。啊，对对对，影响纸的质量。嗯，翻过来。哦，打这边也行，打这边也行。嗯，跟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两边是码课本的地方啊。拖着下，别碎了啊！这脆，这脆是吧？那就叫薄脆，知道吗？叫课本、啊、好了、啊、选得了，这都准备工作完了，嗯，哼，我这笔就拿起来了啊，排笔，这小刷子笔，嗯啊，研得了吗？早研得了、嗯、这个墨要稠一些，发褐色，要亮、嗯、要甜口的、嗯、对，甜面酱嘛，蘸、嗯、得了，哎，唰唰唰，够不够你自己说啊，啊，你再要还有，知道吗？哎，看口轻口重，哎，走，抹完之后，哎，把这杆笔撂下，好，抄起我这杆朱砂笔来，啊，要朱砂不要？要朱砂不要？快说，快说啊！朱砂就有，单有一个砚台搁朱砂的，搁朱砂的，红色的，对对对对，上面还有籽儿，太对了，太对了，太辣椒，那就是，我得了，嗯，转好了，拿过纸来，这一套算是裱完了，是吧？哦、哎，拿走、嗯，接过来，他走，我们写字儿。就这么写写字儿啊、哦！您这叫写字写字，您这叫摊煎饼，您这叫你真不像话，可不是吗？您这可不是就是煎饼那套活吗？你懂什么？你哪见过这个你？你啊，你长学问去吧你！啊、哦，告诉你，你瞧不起我，我们这儿净来高人，
这来高人，还来高人？那当然了，我们天天我们这学生们写功课的时候，净接触国内外这些个友人们。对，谁不吃煎饼？煎饼干嘛？文人才子，这些墨客都上您那儿去。香港有一个人叫金庸，哎呦，这大文豪啊，上面来过。知道吗？哦，认识金庸吗？我就不认识。北京人呢？啊，对对对，老北京人呢。我但是久仰，家里姓扎。哎，对，对吗？扎良庸，扎金花。哎，扎良庸哪儿啊？我总以为扎金花是他，是他。没有，不是啊，不是。知道我们这有高人，北京城有一位书画界的奇才啊，郭德纲老先生。啊，老先生，金庸一听这个，这咱们得瞧瞧去。这是金庸吗？这没错，扎金花都有这样的。您说那还是扎金花 啊？来吧，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奔六里桥，嚯、哦！下车之后知道吗？完事坐三百，哦，然后倒车到和平门，坐地铁奔我们这儿就来了。这扎先生还真熟，扎先生一来，我们同学们都忙着啊，瞧猪。扎先生啊，对，金庸啊，对对对，推着自抬都过来，先生来，回来吧，回来啊，干嘛争买卖去了似的？争买卖干嘛？您尝尝我们这个，嗯、啊，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哎呀，您好，哈哈，哎呀，金圣人今天来到我们这儿，可以称得起是蓬荜生辉，茅房天才啊，啊，好嘛，茅房什么事儿啊？这个欢迎您来，里边请，嗯、啊，同学们都排好了，金先生站在上面，很高兴啊，嗯、啊。哎呀，不错呀，同学们，早就听说北京城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哦！尤其各位才子，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哦、据说了，打周朝列国就有你们这一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嗯、老范丹老祖把粮帮借了米，借你面，借的如今没有还完，呱唧呱唧呱唧呱，呱了呱唧呱唧呱唧呱。这金先生还唱过快板是怎么着？他是香港丐帮副主席，你知道吗？嗨，甭提那事儿了，高兴啊！今天金某人得见各位高才、嗯、有意与各位先生一起以文会友，不知道贵校校长可肯赐简否？嚯，打算不打算赏我这脸？您看人客气，校长点头，好，就依金先生。哟，多混蛋啊！你看看啊，要不是有外人，我上去我就抽他。这什么学生啊？您这人家金庸是文圣人呢 啊，还不能跟人家班门弄斧吗？那倒不敢。可是校长答应了，怎么办呢？哦，赶紧吧，一个个把字台底都捅开了啊！先把火捅开嘛，拿过盆来做纸吧，怎么办呢？是吧？金先生等着了 啊，对，给头热乎的，赶紧吧。校长还偷偷摸摸的说呢，嗯、啊，哎，你那个纸脆点啊，啊，就搁俩鸡蛋。哎、那个莫言阴了你一张，嗯、啊、嗯，呵，金庸不是四川的，别嗨、啊，您就说辣椒多好，一会儿功夫都得了，啊，一套套装裱完了，啊，金先生您尝尝我这套，您尝我这个，啊，金先生两手一挥，哎，各位高才。嗯，不必如此，每一套金某人都要吃掉，都要看掉啊、嗯！这新先生饭量够大的、嗯，拿我一套来，不行，这墨研阴了啊、嗯，这就是面稀了，嗯，这不行，这个那个，哎，这纸的脆度不够啊，鸡蛋多了吗？呵，这齁死我了，这个啊，严格多了都不行啊，吃来吃去，看来看去啊，您最好把它说清楚了，看来看去。看了40多套之后、哦、终于看到我这套了，您这金先生拿起来吭哧吭哧三口就都吃完了，嚯、哦、哎呀，此天华汉是哪位高才大笔否？这就问谁做的就完了，那我赶紧出来了，区区、啊、不才然也、啊、能照此再来一天吗？嗯、啊，他怕我有枪手，这怕什么？我跟您说、哎、咱们这东西绝没有赝品，是我亲手写的、啊、您等会儿这面还够他再来这儿又一套弄得了，给金先生又弄一套。嗯，金先生高兴了，一边吃一边吧唧嘴啊。哎呦，正吃着呢，金先生身上传出一种声音来。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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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剪子抢菜刀的，掏出来了。嗯，手机。喂。嗯。喂。靠。小灵通。行，金先生也用小灵通。一会儿，这边又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全是这味儿。哎，嗯、啊，哦，董建华先生，这接通了。昨天没充值啊？啊，哎、对，现充值啊？对，我是金庸。喂，
要亲命。喂，啊，喂，信号不好。喂，喂，对，我是金永奎。喂，要不怎么叫移动电话？喂。这我听听，早站这儿多。好，好，是，好好，再见。怎么回事？挂在腰上，这有一皮套挂好了。微笑校长，哦，金先生，您说吧，是方才是特首董建华先生打来的电话。嚯，现如今呢，在我们这个香港地区，缺一名超等总理。嚯，您看看哪位学生能去呀？校长说呢，你看我去吧。哦，金先生摇头，不行，你连字台都没有啊，你去不了。是方才这郭俊德纲，我看他了不起啊！您人中的龙凤，我看他去是定冲此任，让您去。校长说：“那他去吧。”坏了，要我亲命，我哪干得了啊？哎，超等总理不小了，那小什么呀？他不是总理，那怎么回事？抄起铲子等着，总也没人理，还是摊尖子呀？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两个演员唱的多好，对，啊，是《红灯记》京戏，唱了七八段《红灯记》，没别的，好啊，啊，年轻演员不错呀，好啊，是不是？说得好，我们这个兄弟来说吧，啊。给大伙表演，也是小兄弟。没有啊，等会儿你还没问岁数，我大，穿多大号的？这鞋呀，你说你大呀，你穿多大号的？我岁数大，几岁口？不是，张嘴您瞧瞧，你几么大几？您会说人话不会？你大吗？几大吗？大吗？你几岁？多大岁？您就问我多大岁数，是不是？多大岁数？要判啊？不是，你多大岁数？多大岁数？37了，兄弟。我兄弟，小兄弟。您多大？32。拿起嘴了就说：“这是兄弟啊！”这小兄弟说：“别说了，别往下说了。”哎，等会儿啊！您是兄弟，不能，我是哥哥。别闹，这闹什么呀？他不识数，干嘛？他那脑仁啊，跟松子儿这么大，打开脑盖就一碗卤煮。您先别忙着损人，我告诉你啊，哎，这我是哥哥，您是兄弟，刚才您都说了，你先搁下吧，你别闹，谁哥哥？您小，您32，我37，先有的我，后有的您，这还有错没有？咱数。数，这还怎么数啊？你多大？我37啊。你37啊？啊，我32啊。啊，30、31、32，有我了，还没你呢。33、34、35、36、37，这还有你，我兄弟。哦，按您这么算，是先有的您，哎，后有的你爸爸。哎。这可不对，不是不对，按您这算法，先生出来小孩比谁都大，是吗？我可很尊敬你这行啊，咱讲理啊。这也就是说，我有气量，没气量，就凭我一伸手，咔，你完了，知道吗？您干嘛呀？知道吗？什么一咔我就完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个跟您隔着行隔着山的，我，对吗？隔着行隔着山可以，您别逗，您谁跟你逗？我说的实事儿，也就遇见我了，遇见我们同行的急脾气，啪。一下子你就完了，您这行人坐轮椅了，知道吗？知道吗？您这行人怎么都那么大脾气？那当然了。您什么行当？练武术的。哪说理去？我是练武术的。练武术的嬉皮笑脸了怎么？真的，咱只是说实话啊。您先等会儿，您先把架子放下。您不就练武术的吗？耗腿啊，练武术这么耗腿啊？早晨起来啊，哎哎，行了，哎哎，甭耗了，甭耗了，耗30年，你琢磨那了得吗？耗30年才这么高啊？还得长呢，一年长这么些，一年长这么些，这多的能找到上头来，知道吗？练武术的哦，练家子，我是个武术世家。哦，我父亲就是练武术的，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讲
就是高来高去，了不起的大英雄，有能耐。江湖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哦，你爸爸是飞贼。这讨厌了，不许开玩笑啊！草上飞呀、啊，这可开玩笑了。不是，我这轻功盖世，草上飞，就这个二楼啊，一垫脚就上，知道吗？哦，打那边奔那边，一个跟头就过去，没有拦得住他的门，没有挡得住他的锁，知道吗？还是贼呀、啊，贼干嘛？怎么锁都上来了？什么锁？看看都能弄开，知道吗？开锁的，哪怕银行那锁，瞧瞧，啊、弄根芹菜就通开了。哇！能耐搁这儿了，这么大能耐啊！好，好，一辈子所生我们弟兄两个哦，我还有我哥哥，那可不是吗？哥俩从小我父亲教我们啊，我先教你们打基础，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铜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向嚯，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嗯，什么叫金钟罩？哪个叫铁裤衩？全练过的。嗨。行了行了行了，练过这个铁裤衩您还练呢？刀枪不入铁裤衩啊！这嗨，铁布衫，铁布衫，铁布衫。哎，你这嘴有毛病啊？谁嘴有毛病、啊？铁布衫，铁布衫，差不多，铁布衫，差不多，这都小发音不太一样。嗯，这是俄语吗？这个打完基础之后，得投名师访高友，外边学去。这行跟说相声一样啊？怎么？你像比如说，比如说我是说相声的，嗯，我儿子要是想学相声。送到外头去，你们最好往外头比划啊！外头比划、送到外边去，因为什么知道吗？自己人下不去手啊、哦，练功很刻苦啊，狠。早晨起你让他耗水，你忍心吗？这也没什么不忍心的，搁在这儿有什么不忍心的？说这意思啊，投名师访高友找吧。嗯，最后啊，找着我的老恩师，哦，还很尊重老恩师老先生，怎么称呼啊？韦米。哦，韦米和尚，江湖上都知道。哦，得道高僧，世外的高人。对，韦米高僧，好好好，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这个地名叫胡岭，住胡岭。嗯，那地方可没出什么练家子。嗯，老人都知道那地方净卖粽子的。我拿江米砍死你，您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了。那儿住都卖粽子呢，卖粽子的多，胡闹是吗？知道吗？就跟你们曲坛宿舍楼似的，这一楼住的人都是说相声的吗？也不见得，还是哎呀，对吧？老恩师住在这儿，隐居在这儿，哦，住这儿没人知道。我父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呀，看看老恩师吧。好，一进门，老爷子正练功呢，啊，跟这儿正捋叶子呢。捋那铁叶子，捋那苇叶子，要包粽子，包粽子干嘛？捋苇叶子。哎，江湖之上练功，这儿有伤了怎么办？拿苇叶子缠一下。哦，拿苇子缠。哎，这儿一缠，啊，我父亲一说，这俩孩子以后交给您了，没别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教他们俩的能耐。好，老头很高兴。嗯，好好瞧。丢人！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吃饭？早出去晚回来，三七费老火，知道吗？该换水换水啊！以后有功夫，哎，这得换换水了，哎呀，添上水。哦，以后就留这儿吧，啊，在这儿干吧。不过以后留神，要想在这儿干，咱们得先立下生死文约。哦，这还是合同制，我们这行不一样。哦，立完合同之后，俩孩子就是人家的，就送人家了。死走逃亡各由天命。哦，跟老师这儿学着活，学着练功啊，刷出去拿车撞死了，这个活该。说这就白死了，白死哟！我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可为了俩孩子的出路怎么办呢？行，听您的，我就写下生死合约。哎呀，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香堂，前面摆上香炉、蜡供、蜡签、烛台。哦，后边供上我们祖师爷的画像。哦，您还有祖师爷？我们有祖师爷啊。谁呀、啊？屈原。哎，对。人这行合理啊，嗯，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讨厌，讨厌，有供屈原的嘛？我们的老祖师爷，嗯，上边，颜德莫骗饱了笔，老师把笔拿起来，把纸摊开了，嗯，直哆嗦呀，说着容易，坐着不容易啊，下不去，这笔一落，俩孩子腻
命交给自己了啊！哆嗦半天，屋里的气氛很凝固。哎呀，二十多分钟没人说话，你看，最后老师叹了口气，把笔撂下，嗯，甭写了，不写了，我不认识字儿，那还写什么呀？不认字还写呢？我父亲说了啊，这师傅，你们俩好好学，老师文武双全啊。甭提这文武双全了 啊！说完之后，我爸爸一溜黄光直奔西南。你爸爸是狐仙啊？你爸爸刺猬啊？怎么一溜黄光啊？我淘气，我把我爸爸那皮袄号给点着了。好嘛，您瞧干的事儿，打这儿起，我们哥俩留下跟老师一块儿学能耐。好，练武功讲究是循序渐进，慢慢来，一上来就学学不了。对，先练什么知道吗？先练什么呀？先练这个掌。哦，掌法。先练掌，再练拳，最后练兵刃。哦，得慢慢来。练掌法，拿过一个大锅来，嗯，里边装的都是铁沙子。哎呦，拿你这个手掌去插这个铁沙子，铁砂掌。哎，练到一定程度了，手就有劲儿，就插这铁沙子。但是刚开始不能用铁沙子练。哦，有个过程，最开始用姜米。搁好了，就光插这姜米，有石头捡出来。您这捡米呢是怎么着？练功啊、哦，练完这个，练拳啊，长成了。搭一大锅过来，里边都是铁豆腐。哦，拿手在里边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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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练练这个掌的摩擦力。你看看，刚开始你受不了啊，哦、还不行。哎，先不用铁豆子，刚开始用，先用红小豆。拿水泡完了，拿手哒哒哒哒哒哒，为了这个摩擦力，里边加上红糖，知道吗？您掌练成了，拳练成了，您这豆馅儿也揣成了吧？讨厌，练功，您这是揣豆馅儿呢吗？这不是？练完之后要练兵刃，哦，练齐眉棍，拿起棍来院子里边打人行吗？不能行，先打树，哦，找一大树，哎咔，哎咔，哎咔，打三下搁下。什么？写完三下就歇着？有规矩啊？什么规矩？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嗨，这打枣的这练功夫，这练功，这练什么功夫啊？每天跟老师一块学，很高兴啊！啊，老师也教导我们，嗯，好好练，嗯、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知道吗？什么呀？这都是，我说是，谨遵老师的教诲。嗯，每当听了您这些个正义的言辞，嗯，我内心就五内澎湃，嗯，希望找一个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候神韵。嗨。还往下传呢，这挺好。实指望跟老师能够长久的在一起学能耐。好啊。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哦。有一天呢，师傅下山出去蹦迪去。师傅还蹦迪去？出去玩去啊！无意中碰到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女儿。哟，从见到她这一刻开始，嗯，师傅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日子啊！老人家以80岁高龄的年纪，毅然决然地戴上假发还俗去了。嗨，好了，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找不着了。若是两情相依，又岂在猪猪肉肉？什么学问呢？您这是走了，朝朝暮暮，就我们着急，我们哥俩着急啊！哦，一个是跟师傅能耐没学完，再一个你快到五月节了，这忙了你。正用人的时候，人手不够，忙啊！一天到我们俩跟院里这忙活，这天正忙着呢，啪啪啪，怎么回事？有人击户，击户，什么叫击户？不知道，小鸡儿吃辣椒户，嗨，胡解释。有人敲门，哎，门分左右有打扮的进了一大个，手里拿着拜帖，您两位挺好的，哦，是前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让我们登门求教，把您二位接过去，有钥匙相商。哎呀，你哪儿来的？也没有功夫走啊！现在知道吗？现在说实在的啊，我们很忙很忙的。因为什么呢？您这还包着呢，是怎么着？行了，不在，别瞪，知道吗？行行了，您就别瞪这馅儿了，就练功，还捆呢你？练功，练功呢？啊，不是您得去，现在有钥匙，车都预备好了。哦，来车了。你瞧，车来了，咱不能不去吧？去吧，喊我哥哥把那火封上，火咱走啊！哎，别着了，把那端下来啊！那拿凉水拔上。对对对，转身出来。嗯，车在门口，那大个等着了。哦，太客气了，哥哥来，你上那头，我上这头，嗯，一块上，省得翻，一个轱辘不好坐，你知道吗？独轮车呀。好，
给您烧50斤江米了呀？我这边爬那边，啊，大个拉起车来，滋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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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奔前门。好，去吧。来到这儿了，老掌柜带这些个英雄好汉都出来迎接我来了。哦，里边请，里边请。迈步来到院里一瞧啊，正当中这是一个2层楼，哦，两旁边黄土都铺平了，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是家伙。老掌柜高兴了，嗯，二位呀，来呀，咱们楼上饮酒吧，吃饭，让我们上楼。啊，这会儿你要是走楼梯，这可是丢人的事儿。怎么？怎么办？哦，起飞智冲我哥一努嘴，嗯。我哥哥一伸手，由打怀中掏出暗器，直奔东南角，啪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嚯！老掌柜听好，咱们追着，呼噜呼噜都奔东南角。一来，我哥哥走上楼梯。您就这么上楼了？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回来，脸都青了。啊！这谁扔的粽子？呵，您就带这玩意儿。有人上来呀、啊？上来，你不能走楼梯啊，让人笑话。还茄个人家呢？老头一个跟头上来了。嗯，大牌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鲸，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都摆齐了，吃吧，来吧，还管饭呢。喝，甩个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喳叽喳。哎呦呵，过来吃，吃饱喝足了，老头一指楼下，来吧，二位，楼下过过号吧，过过号，楼下抻练抻练，哦，得练。一个跟头他下去了，我们哥俩怎么办呢？怎么办？上来好上，下去再扔粽子不灵了。就是啊，到楼梯口一踹我哥哥下去，咕噜咕噜，我赶紧追。哎哎哎，嘿，就这么追下去了，多聪明这玩意儿啊！嘿，这是聪明吗？这来到楼底下，老头说：“你们哥俩谁先练呢？”啊，我哥哥说：“我来吧。”他练，一伸手抄起一杆大枪来。哦，今天给大伙练一套六合枪。好，六合枪不好练，有赞为证。怎么说？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全家一地方啊！这不好背啊，一来就背错了，知道吗？没听说过，就这么一句没不好背。刚要练，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嗯，我哥点点头，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废话，没练得出什么气儿啊！我来，我练。您呢？见过刀，见过枪，你们都见过。今天你们没见过刀枪并耍的，哦，一块儿来。哎，一手枪，一手刀，让你们瞧瞧我的真能耐。好功夫！一伸手，抻起一杆大铁枪来，掂了掂，120来斤。嚯、哦！一掉个青烟冲下，噗，杵在地上。嗯、老爷子，扶着点，我挑口刀去。再拿刀，老头真听话，攥着这大铁枪。哦，那边都是刀，凑去吧。啊，找吧。我来到这儿找，找来找去，找着一口刀，呵，太好看了，分量也合适，搁在手里要攥还没攥出来。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彩，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啊，咔嚓。一个雷，再看老头儿躺地这样。嗨、啊，您这招太损了。老爷子有意思啊！啊，这扶起来，扶起来。早知道给你两杆枪了，就是。那就劈死了，那就得了。那我只练刀吧，好吗？啊，就练刀吧。今天练刀，嗯，把刀抱在左手，上看刀尖儿。下看刀穗，哦，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哦，是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好刀，哎哎，您这，哎，你非死这不可是怎么着？夜战八方往哪儿？哎哼，那边从哪儿啊？藏刀式，你就甭使这架子了。哎，老头挺高兴啊，相逢二位给我们保趟镖，咱们后面验验镖吧。验镖，带哥俩来到后面一瞧，嚯、嗯，一个个老窝窝里边装满了金银财宝。哦，这叫暗镖，暗镖。哎、啊，现如今这趟镖不好保，你们哥俩辛苦一趟。我说没问题，马上就走，咱们是即刻登舱，赶紧走。东西归置好了，我们哥俩进舱可以小型夜宿。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康庄子，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下花园康庄子，太花园康庄子。您就在康庄子这儿了吧？我就往前走了，就这儿瓷实是吧？瓷实也不能这儿站了。这会儿天可就晚了。啊、我哥哥问我兄弟，咱是打尖还是住店？您说吃面。您这走饿了，我这番瓷实是吧？对对，行了，依着我哥哥要住店，我说那不行，咱们抓紧往前走，事儿干完咱们再歇着，好，好不好？行。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这朦胧夜色。哦，正往前走，耳听得吱吧，就见声响，苍啷啷，一棒捅我，原来是杨彪自立了啊！嘿，哎，你听我这普通话怎么样？啊，您这啊，这是普通话呀。两旁边雁别翅排开，出来一对喽啰，正当中出一黑大个，嗯，这大黑脑袋往这一站，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我在要打此处过，脱下裤子来，脱下裤子，大胆得人，不光劫财，他还要劫
什么呀？把我胳膊抬了。感谢各位啊！是说的不好，傻卖力气，还净出汗。那人家我看那汗不出，都痒着。我这痒汗呀，是怎么着？说话呢，这是多听相声有好处 啊，尤其现在什么网络媒体啊，方方面面的、很先进，大伙儿听相声不见得非得上剧场，网上也能听，买张碟也能听，是不是？很多渠道啊，现在国家发展的很快，尤其前年去年有几件大喜事儿哦啊，尤其是去年开始，前年国家允许载人了，现在我什么时候啊？我希望第二个载于谦，载完于谦载我，不是？干嘛呀？载他们好事儿。什么时候允许载人了？载人呢？载了一个了，在你之前载一个了。什么的？有这事儿啊？杨立伟载了吗？嗨，什么呀？载人吗？载人飞船？对呀、啊，弄到外边载了的，对吧？正字念载人。我很喜欢这行业啊。啊，我如果说能干这行，我听说又快了。哦哟，往外边载人去了。哦哟，往上发。很希望能载了我啊！您，我也不说相声了。上天了，我宰了，那也好啊，好多好，嗯，哎，我去问去，他们现在据说不要人，得培训，啊、那得练。说这要让他们挑上，这一个月还不得800块钱工资，药费都得报吧？啊，您穷疯了是吧？打车去估计能给报，您信吗？您要有这心就够呛啊！我自己先练练，先锻炼。哦，下功夫。门口小花园里边，小孩们都坐那转椅，嗯，下去，都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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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那宇航员来了啊！恶魔宇航员，推我，别走，那胖子回来，推我，推你，小孩推一圈一圈的，呵，40来圈，停了，别推了，啊，我那胆吐哪儿去了？好嘛，胆都吐出来了，啊，练功嘛，这玩意儿据说还得练那个运高，啊，那恐高症不行，得高最高地往下看，啊，我住京广跟前儿，这行吗？上京广，上京广上面去往下看，哦，锻炼吧，这倒是，爬楼，站上铺着高啊。正看着来四个警察，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民工。感谢大家啊！这个相声好多都是编的，对，刚才这也是编的，到这儿就全是编的了。但是有的事儿是真的，你看前两天于老师。不一样啊、我交朋友就是说相声的，对，除了说相声唱戏的也认识这个，他竟认识那个高人，世外高人，对啊，那天认识他，认识一喇嘛，哦，打西藏来，喇嘛戴黄色的帽子，穿一紫褂子，见人挺客气，咵磕长头，人说了，哎，我你借我使使，我新搬的家那地板脏着呢，把喇嘛借你使使，哎俩有一天都干净了，知道吗？不借他骂我，你这不懂啊，人是高人啊，圣僧，对，那叫五体投地。后来他又结识一和尚，就是得道高僧，打哪儿来的咱不知道啊。那天还弄着俩和尚，一和尚一喇嘛，出去玩去，开车，仨人出去玩去，到河边了，把车停下，哎，来船，有小船，船划船，好啊，喇嘛和尚跟他仨人划船，让我们当起火，小船儿呢。全知道，到河当店了，停下来了啊，聊天吧啊、哦，喇嘛给他讲西藏怎么回事啊，跟佛教怎么回事，和尚给他讲云游天下可乐的事、他给人讲说相声的事儿，说着说着，人家喇嘛说了，我有一件宝贝啊，这是想当初我在西藏那儿活佛给我的，我给你拿瞧瞧去啊，站起身来啊，从船上站起来，这船上到岸边20米，哦，站起来就往水上就踩，知道吗？嚯、就愣走下去，这叫登平渡水，走到岸边上车拿东西，躺躺躺躺回来，哼，咱们光看过神话电影啊，这个一般人没见过，这是好，这多神奇，很神奇、这东西、回来了，看看和尚也乐了，我这有一张。
张星云大师的照片，你们也瞧瞧吧。和尚也站起来，顺着这个水面呀，就踩着水瓶走。哼，一会儿拿回来了，拿这儿。啊，哎呀，于谦很羡慕，我能学这个吗？啊，俩人乐了，心诚则灵。哦，得信这个。他乐了，我车里有一张刘振华的相片。我给你们拿，你们看看啊，你看，站起身来也学人家啊，咚一步就到底了，啊，咚下去了，咕噜咕噜冒泡，嗯，仗着水量好，咕噜咕噜往上来，水量啊，水性好，嗯，上来，站在这儿，我还得来，沉心运气，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全信，好哟我，站起来又奔着水面，噔噔噔噔噔，掉底下去了，啊，又掉底下，赶紧往回游，游到船边，听这喇嘛跟和尚俩说话，啊，这和尚说了，哎，咱是不是得告诉他这石头在哪儿？有一出京剧叫《桑园会》啊，好，确实相声演员都会的，对，唱起来很好听，是西皮流水版，您唱一下，也叫马蹄筋呢，您唱一下。秋胡大妈问家乡，行人路上河坝地呀望，坐里标鞍勇目望，见一位大嫂手盘桑，前影儿好似罗布女，后影好像我妻呀望。唱的好听着呢，唱一唱。听我呼问，打马河奔南家的李雄爷，那个鲁啊桑啊马八丁啊爹，自己咋家了贫呢？南都一我的银色相，偏家偏爷偏货偏我偏再要偏妻呀，在前堂死了别呀，高堂的母问，在后堂死了别呀，咋得起呀？夫妻们分了别，大门里看看我这个，我看他这个，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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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热心呀，再三再两句真是又能怎么地呀，不知为犯了帮了早要犯我，耳听得了战鼓儿啊不住地，噔噔啊噔噔噔，哒哒的滴滴哒哒滴哒哒，是哒哒哒滴哒哒啦哒啦滴哒。三国战将勇，手提赵子龙，长坂坡前逞威风，什么一打一呀打谁呀，一打一呀打谁，开开一开一开开呀，开开一开地平昌，登了龙眼尖叫造型鬼心呀，去马呀一眼加大龙血心呀，好放大！后头那五下青山王炮，腰扛雨带，肚塌草靴，坐怪带草笠，太大大飞的家呀，看着不去，看着大老了，去云倒会挑你，像一本来的咱呀，撒好院里呀，展现着这个美大嫂，身穿着这个蓝白衫儿，那腰系着这个百宝单儿，那头上别着虎头单儿，那脚上穿着锦帽单儿，那老头戴着小方帽，上边放着老汉帽，一会儿一转，一会儿一转，一会儿一转，这坐在对联里，前眼儿好像个裸子女，后眼儿好像个发子妻，迈到下前。16000多遍啊，黄鹤楼啊，来晚了，今儿上午有啊，给大伙儿唱一遍大实话吧。好，这是我们一个保留节目，对对啊，希望大家万事如意啊。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产万物似黄金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
听两段相声都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北京相声大会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咱们明天再见。那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报菜名》，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人来的不少，哎，今儿多，我很欣慰啊，我很痛快，高兴，高兴，嗯，有很多老朋友，哎，熟人。也有新观众啊，头一次来的，头一次来的，嗯，希望您以后经常来。对，这位大伙儿都知道啊，也都熟，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哎呦，不敢，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越说越过啊，著名相声演员，谈不到，你叫什么人？不认识啊。嘴边挂着叫有名字，反正是您挂哪儿啊？嘴边上叫什么来着？什么叫什么呀？什么？于谦。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大约、啊。您这耳朵还不好啊？是怎么啊？刚跟您说一遍，于谦。于谦，哎，对，于谦是了不起的人呐、啊。没有，人太好了。是吗？台上这咱不提啊。嗯、啊。台底下，哎呀，呵。是好是不好啊？好啊！啊，那我就踏实了。那人性，哎，啊，我招你惹你了？我人性好，人性好怎么脆上了？这个有点土，来飞机蜻蜓了，好嘛，了不起是吗？您做人啊，占五个字儿。哪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嚯，我都全了。了没有？了哦，了。这个人说实在的啊，现在最缺是吗？没有，缺大发了。是缺我呀？是缺什么呀？就是你这样的缺，知道吗？不多见。我越听越别扭，这话。自打八几年严打之后，这样没了。是全进去了，那就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占全了啊、哦！这叫圣人，嚯嚯，于圣人！哎呀，你过奖，剩下了，剩下了，剩啊，特别剩啊，圣贤之圣，圣贤。哎，先说这个人，这怎么讲呢？宽厚，哦，宽厚慈悲，这是人善，善待别人啊。走到街上，嗯、啊。小孩跟那儿打一只猫，哟，这么大个大猫，野猫没人管，那也不瞎一只眼，嗯、啊，孩子跟那儿淘气，拿小棍儿站那儿打死你，哎呀，这性子挺慢，心眼儿可够狠的，嗯，没人管，嗯、啊，于谦过来，这走，哎，拦住，走开，这大眼珠子呢？别靠前，多可怜这猫！啊，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你看看，躲开！啊，打，踢出去了，打皮鞋这么大个啊，一脚踢死了，死了，不受痛苦，不受痛苦。哦，人心呢？是啊，这叫善。走到那地铁口那儿，嗯、啊，数九龙灯，大雪纷飞。冷，有卖小兔子的，哦，小铁笼子编的小白兔，不给吃的，不给喝的，啊，二三十个都码好了，哦，这人也冻得躲着地铁口上躲着，你看谁管得了啊？人家打着一个，多少钱？多少钱？干嘛？十五，哦，十块钱一个，我全要到了，我就这么高兴，给你吧，给完钱了，嗯，买兔子走了，嗯，于谦跟这儿，哦，二十八一个往外卖。兔子的呀，心眼好啊，
哎呦，这叫好吗？这个走到这门口来老太太，嗯，这胳膊有残疾，哦，鬓发蓬松，穿着衣服很破，一脸的污泥，要饭，无家可归，这挎一兜子，嗯，没人理，多少人跟他走一对脸，不识茬。哦，我们师哥看着，从自己身上抓出一大把钱，哦，一块的，五毛的，好兜里我一大把。零钱哇给塞兜子里边了，你瞧瞧，带出一张50的啊，别看了就罪人啊，对，这不是罪人啊，不是您说准了啊，这个人心善良啊，这叫善呐，义，这个年头能占个义字的不多，这怎么讲呢，唯独于钱义气啊，大公无私，哦，为了别人很慷慨，是是，不计自己，没有就他一人为了别人怎么都行，对，我家里养一大狗，这么个，啊，那天病了，哦，把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嗯，养了6年了，心疼，花钱不收，找大夫开了药回来喂，不吃，你看你撬不开嘴，不张嘴，你谁弄的急跟你瞪眼，哎呦怎么办呢，啊，半夜3点给他打电话，啊，这狗要坏，你们完了我来，我去了，演出刚回家，刚躺在屋要睡觉，哦哦，和别人起来，是他们就起来，那我得去啊，往我这儿赶，来到这儿，抓紧，这狗有救，你别着急啊，嗯，你先坐下喝口水，劝我，沉沉气，我很感谢啊，嗯，这么晚了，这么老远的赶过来，是，我说这狗怎么着，行吗？找一棍儿，空心的管子，啊，把那嘴撬开了，嗯，把药吹进去。哦，愣往里吹，愣吹，吹进去，我，啊，就活了。是是，赶紧吧，我弄不了啊，我都急死了。他来找一管，嗯，狠着药敲好了，嗯，吹，嗯，狗站起来满地跑，好了，他坐那儿一脑子虚汗，累的，就是，我说怎么样，师哥，嗯，累够呛了，是，我没他吹得快，我给吃了。你不服是吧，这忙帮的这糟心劲儿是吧，最近这狗下小狗了，下小狗我给送回去的，嗯啊，我让你见一辈人是吧，不是，你感谢你啊，明白吗，谢谢我，仁义礼，礼那最讲理，哦，讲理，哎呀，于礼，礼于礼，礼于于于讲理都知道，这字儿都有前有后怎么排着呢啊，很有礼貌啊，而且人心好，一上汽车，公共汽车往这一坐有一座，待会儿上一女的30来岁抱一孩子，啊，怀抱的孩子啊，哦，这一车人没有让座，哟，没人管，就他站着，来大姐坐这儿，人家坐着他站着多好啊，礼貌，当然了他也有他的想法，怎么看看怎么给孩子喂奶，嗨，哎呦，我这图什么呀？我知道吗？仁义礼智，智就是智慧，哦，就是聪慧，哦哦，明白人脑子得灵，得快，得聪明，就是他最聪明，最聪明啊！这儿散了回家，嗯，晚上打一车，坐车上自个儿琢磨，嗯，这智慧来了，哦，我要是不给他钱，我就省了。这一般人谁想得到啊？谁这么想啊，你得说是啊，咱们想不到啊，咱们凡人是吧，你看人家不给钱能省，哦，就想到这儿，当然了这个有技巧，这什么技巧，一伸手掏皮刮刀里，哦啊，掏耳朵，刮刀掏耳朵，还这的啊，你打算要钱吗，我啊，嗯，要钱吗，开车的说什么，我害怕啊，开车吓坏了，哎呦，掏出一把大菜刀来，嗯啊，挂着胡子，你说呢？哦，于谦一点都不含糊，这智慧腾就反应出来了。嗯，400行吗？哇，见着吃生米的了，这是。嗯，仁义礼智信，信也占。啊，还有一个字儿，人无诚信不立。嗯，诚信是万事的根基。对，信字最要紧。这话对，对不对？嗯，好些人不讲诚信啊。看了您，他们应该惭愧。哎，应该学习，知道吗？哎，当初那些年，谦儿哥也不老有钱的，没有钱，当初也没辙，也愿意买房买什么的，找一好朋友借50万。哟，这可不少，一般人不敢借，因为什么？怕不还。对，唯独借他敢借。
哎，知道有诚信，有信用。人家排群不是说你甭管，钱我拿走啊，到时候准还。哎，记住这张脸，看见了吗？啊，再见面还你钱。哦，再见面就还，了得吗？嗯，拿50万走，嗯，拿出8万，整了个容。这脸变模样了，原来好看着呢，你看现在弄这模样弄的，跟包子似的。没听说过，仁义礼智信，这是全了。我佩服你，啊，您还佩服我呢？崇拜你啊！啊，你是我一偶像。嗯，真的，我太痛快了。我看你痛快了，看见你我就痛快了。啊，走啊，咱俩走外边，干嘛？走啊！你看糖果什么呀？走啊！走什么意思啊？吃饭去。哎，您别吓唬我行吗？哎呀，你也吓我一跳，我真怕你给我一嘴巴。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这不能这么说话行不行？咱们不能每天呢光站着说相声啊，适当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哦，该歇着得歇着，哎，得有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对，上家去。上家，你跟我走。嗯，啊，吃饭啊，您请我吃饭。乐了啊，乐了啊，乐了啊，看见了吗？不，你沾这个能力就大着了，你知道吗？吃饭是好事，大家吃去。好，哥俩谈谈心，好，好不好？聊会儿天，家里可没大菜啊。家里头，咱们就家常便饭。哎，对对，就火，可口就成，就火就火。不谈不到，你别挑眼啊，不挑眼，好不好？吃什么都成，弄点小凉菜。好，哥俩为聊天喝酒嘛，是不是？对对对，花生米喜欢吗？好啊啊，下酒啊，喝。嗯啊，花生米，你琢磨，哎，你琢磨，我都替你美得很。就一花生米也不至于，咱是炸呀，咱是煮啊，随意炒啊，嗯，还是碾碎了拿勺㧟呀，没这么吃的吧？多少种吃法？那就行了，挑一种就得了。美食家呀，嗯啊，行吧，炸煮都成，炸花生好，多搁点油，哎，炸完了撒点盐，哎呀，了不得了，不等过生日，别啊。就过生日才吃这么一回，炸花生，好，炸花生，你带来吧。什么？您说，你背80斤花生，我背80斤花生，对，咱们吃完您在门口一卖，讨厌吧？我请他吃饭，他小瞧我，我门口没有卖的。哎，对，有卖您就卖了是吗？不是，你带点来，带点来，你乐意带带，不带拉倒啊，无所谓的事，反正不在乎菜。对呀，啊，弄点小凉菜啊，带一黄瓜丝儿怎么样？好啊，啊，清口啊，呵，黄瓜丝儿，哎，来点醋，来点味精，来点盐，嗯，好，好，黄瓜丝儿，黄瓜丝儿，拌香菜。香菜爽口啊，香菜是药材呀，啊，对对，学名叫盐碎，哎，碎吗？对对对对，拌香菜也好吃，还拌一青椒丝儿，哎，要不咱来个老虎菜怎么样？这不是一个菜吗？这不是啊？来四个菜，这是四个菜吗？这个四个菜，拌黄瓜，拌香菜啊，青椒，拌老虎菜，哎，您搁在一盆里就完了，这都好，哎呀。弄点，多弄点，就一菜就完了，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嗯，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儿，瓶儿，来点开水，搁点一晃，嗯，开盖，倍儿香。哎，对，那也不能光闻呢，这个酒要少吃，是要多汁。哎，喝不喝酒都无所谓，来点啤的吧。哎，这这，你别看现在一早一会儿凉快啊，嗯，还是没凉快透。哎，这还是热，喝白酒烧心呢。哎，对对，来啤酒，冰镇的，喝凉的。对，哎呦，喝好，好，不是请我吃饭，您这儿老过什么瘾呢？替你高兴啊，我这用得着吗？这个，好，好，咱来啤酒，啤酒可以，啤酒，嗯，咱来20两，来一瓶啤酒。您这慢慢往下唠可不成啊！记你喝稳了，记着你喝一瓶，一瓶吧。咱有那个喝白酒的杯子，咱来这个，好吧？拿喝白酒的杯子，咱倒啤酒。你不够兑水啊你！算了，您就这，干脆给我们水喝不就完了吗？喝这关键吃饭。哎，对，看饭吧。你喝一肚子那玩意儿干嘛？是是，就是。来点什么饭？来点好
个不掺？嗯，吃啊？什么吃啊？那叫什么？主食。主食？主食。哎，这一期的发音我闹不清楚。您这折口本身就没弄清楚，是啊？还一期的呢。来点米饭穿丸子。哎，这好，这好。好大米饭，滋。米饭哪有这么大呀？你这啊，正经天津小站，这好小站到，哎，揭开锅一瞧，呵，怎么样？一层油料，能就半脸盆都吃、啊。我干嘛呀？我这么好米饭啊？米饭，米饭，咱们来点羊肉丸子汤怎么样？行行，饿了又饿了，又饿了，你看见吗？这好东西，你看这东西大着呢，这好东西，羊丸子好。正经，咱从羊身弄，这不是废话吗？来，肥瘦剁，啊，剁，剁完了，葱末，嗯，姜末，好，花椒水，嘿，搁盐，嗯，搁点鸡精，嗯，点香油，磕俩鸡蛋，哎呀，拿盆一打，嗯啊，窜出来这么大个，哎呦，马粪怎么着？甭形容了，你这一口一个，玩命吃啊！怎么样？行，好不好？就这么吃，我替你痛快，我告诉你吧。行，明天中午，中午好，好，好，嗯、啊，咱们早晨，你，哎呦，你还不认识？明儿早晨吧，咱找一地儿吧，啊，找一地儿咱见面。早晨3点啊，嗯、啊，香山鬼见愁，我那儿等你啊。你呀、啊，你多带点钱啊，你别跟家里人说，听见吗？您要绑票啊？是怎么着？我那儿候着你去，我啊，对，我指不定去不去啊？怎么了？吃饭都不去啊？吃饭有约这地方的吗？约这点儿？那地儿明了，一听你就知道了。行了，行了，太早了也。那就剧场门口。哎，这地方剧场门口就这儿，好吗？可以，好、啊。哎，你吃上我了？你行啊，你不吃上我不容易是吗？好好。哎。有个建设性的意见，没事儿，怎么着的？您说，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没事没事，您说，这个羊肉丸子汤啊，哎，把汤都做洒了啊！羊肉丸子汤这不是个事儿，怎么不是事儿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估计你来几碗饱了啊，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又完了。至于这么快吗？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不至于吧？是不是啊？啊，这不是个事儿。那不是事儿怎么办？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哦，这不谈时候不成？是不是啊？嗯嗯嗯。啊，对。烤鸭吃吗？嘿，这好啊！哎呀，怎么了你？烤鸭你也吃？呵。您惦记请我可不就吃吗？吃吗？吃啊，正经全聚德的手艺。好啊，烤出来枣红色的，嘿，拿刀片完了，嗯，有皮有肉有油，哎呦，小薄饼一夹，搁点酱来点葱，嗯，卷上吃，太好吃了。对对对，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我至于这么没起子吗？我好吃啊！我吃什么了？我就太好吃了！哎，好，可以。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那当然了，人家自己有鸭场嘛，田鸭，哎，对，专用的那种，是外边见不着，定养的。哟，这怎么办？啊，外边见不着怎么办？找去，我给你偷去。偷去？我给你偷去。上哪儿？对，我们楼上有。楼上？楼上养鸽子的。对对对对对，偷。这工艺是一样的，按烤鸭那么做，烤鸽子去。嗯，我在家给你烤啊。我书房里有一炉子。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哎，这自台边儿的砌一炉子，正经烤鸭的炉子。哎呦，哎，一样。是啊，味儿一样。哦，比鸭子不次。烤鸽子，鸽子还稍微小一点，比鸭子是小多了。没事，肉不够，饼来凑。吃饼，家常饼，家常饼卷鸭子，你偷着乐去吧。哎，这饼弄完之后啊，又酥又脆。哦，往这一搁，这么大张，呵，来俩鸽子，来捆葱，来点萝卜，来点黄酱。啊，抹完了，卷好了。哦，拿裤腰带捆上。嗯，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
去拿火筷子往下捅。哼，哎呀，我这吃饭呢，我这玩命啊！啊，现往下捅啊！怎么样？这不怎么样？有这么吃的吗？这个？您再想主意吧，这不成。哎，道理啊，没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您这建议都不老成熟的，出点什么呢？啊，不是您快想啊，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这有点过去。不是您请客是怎么意思？请不起？你想啊啊，海鲜吃吗？哎呀，乐来乐乐乐乐乐乐，不是乐啊，这起子大了，看见了吗？就爱吃海鲜。你爱吃？哎，对，我也爱吃。对对，哎哎、啊，海鲜，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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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海鲜啊，决定。每天啊，拿快递给我寄海鲜。快递，嗯，吃吧，鲜呀、啊，吃吧。好，好，好。龙虾怎么样？爱吃啊。你看，啊，我爱吃，不吃小的。对，那个马小没法吃，那也不叫海鲜的了。啊，咱俩外边吃马小，怎么不得要四个是吧？谁吃啊？这四个？就饼吗？喂，就饼吗？那行，甭提那马小了就，就大龙虾。哎，这么大个，成个的，这么大吧？啊，这么大。嗯。哥，哎呀，哎呀，对对对对对，等不了了我。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讲了别讲了，我要垮炖龙虾。行了行了，别讲别讲了，怎么着？这龙虾有垮炖的吗？这家常做法吗？家常做法也不能这么做呀。那杵碎了，杵碎了做虾酱，抹馒头吃。啊，这好东西都这么糟践了，这个。好，哎，来龙虾，龙虾，鲍鱼吃吗？吃啊，吃鲍鱼更好了，那东西。哎，哎呀，嗯，哎呀，您要是不行，咱就不吃了。您，当然您再死在这儿，我替你美得慌，甭替我美。哎呀，鲍鱼，鲍鱼最讲究是那汁儿。哎，这爆汁儿，那汤最好。对，先吊汤。哎，吊汤，洗干干净净嗯，吊汤。对，汤差不多了，咕噜咕噜。嗯，来下，炸豆腐。我是啊，捞出来剁好了，搁碗里，来勺蒜。嗯，你要是不要火烧，光要鲍鱼，这叫菜底儿。您按卤煮火烧那么吃鲍鱼啊？哎，哎，行。我说啊，您回来吧，回来吧，我都痛快死了，我都您痛快死了，我都让您昨天死了，这个太好了，有这么吃鲍鱼的吗？这你看，你看，另类啊，咱这是吃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什么行为艺术？您这是乐趣，你知道？哎呦，我这糟心劲儿了，这还有皮皮虾呢，好。皮皮虾烙盒子，哎，这你没吃过啊？我当时没吃过。我说您站稳得了，成不成啊？好，什么呀？您这就晃悠啊？皮皮虾馅的盒子，啊、哦，谁吃过？他们净弄点韭菜糊弄，对，搁俩鸡蛋过年了。哦，咱们皮皮虾馅的，好好，这么大个皮皮虾，都有王字，个个有籽，啊，全带籽。好，嘿，不剥皮儿。啊个一个盒子里边仨吃去吧，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么吃啊？痛痛快快的啊！这嗓子全扎坏了吗？这不是？还有胶带啊，都糊嗓子上，行不行？怎么样？您是请客呢吗？这你看你看，不能这么吃啊！不能这么吃，不能这么吃啊！啊，对了，你想吃我也不能这么做呀。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卤煮鲍鱼，你说搁蒜不搁蒜？搁蒜呢？你不搁蒜不好吃。嗯，搁蒜像你们这演员上嗓子，很容易出事故。你这么大艺术家，嗯、你很有声誉的一个演员，哦、吃点蒜，你不声誉了？是，是不是？没听说过啊？是不是？不能这么解释，是不是？不能这么解释，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是，这里头谁让你搁蒜了？这免了，免了，告诉我们唐沽人别记了，不要了啊，不要了，不要了啊！吃什么？川菜怎么样？哎哎哎哎！不是您，
您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啊！高兴，川菜就川菜，可以。我很兴奋，我啊，兴奋啊！川菜好，香辣蟹爱吃吗？爱吃啊！哎呦，香辣蟹啊！香辣蟹，是不是你吃着了吗？你就抹嘴，抹完了等着吧。香辣蟹，香辣蟹可以，关键是调料。对，你要在北京买花椒、买辣椒，啊，不灵，不正宗，不是那东西。对，非得要四川的。哎，咱们行啊，当地的。哎，我有朋友那边，我认识一成都的成都啊，成都成都那地儿叫成都，成都对成都啊，成都对、啊，因为一会儿又弄一碗卤煮来成都的，成都对啊，我认识一个成都的小那个小姑娘。小姑娘，差点说秃噜了啊！你还吃不吃了？你还请不请啊？你吃饭，你管我作风好不好干嘛？谁问你这个了？谁问你这个了？我记得调料，花椒、麻椒、辣椒，哦，连味精都是当地出的，知道吗？想吃香辣蟹，这锅调料三十来斤，那还有蟹吗？里头废话。三十来斤左右的，得拿它弄出味儿来，你知道吗？嗯，知道吗？这儿钓好了，赶紧去买蟹去。哦，知道吗？海蟹不行啊，不能吃海蟹。青蟹、海蟹没有做香辣蟹的。对，河蟹也不行啊。不行，第一个小。哎，过开了，黄子散了。是，吃什么蟹呢？您想一想，寄居蟹。这，哎，这筋道来着，还能吃田螺啊。广进的不行，这没肉啊，这里头这寄居蟹才这么大个儿，你就饼一管那个嘛，你还是吃饼吗？这不是是不是啊？是什么呀？是这个就喝酒，喝酒拿来罐浆子这调味儿，拿饼就浆吃啊，是吧？您甭说我了，暖胃是吗？我上您那儿暖胃去了，我跑的呀，还有炒菜呢，还有炒菜，炒菜可以。不是您干嘛这么解着恨的？怎么了您这是？我通呗，我解恨。嗯，炒菜，炒菜，炒一炒。我会啊，我会炒菜啊，川菜，川菜我可会。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嗯，我学过这个，我了解。哦，而且川菜来说啊，它跟全国的菜有一特点。嗯，烤厨子，什么菜最基本做什么？大鱼大肉不叫能耐。哎，白菜土豆炒好了那是能耐。是川菜最基本的菜，嗯，鱼香肉丝，对，对吗？您别往里吞了，行吗？什么？这都上来了。鱼香肉丝啊，好。哎呀，鱼香肉丝，不是您是请客，您是过瘾呢，跟这儿。真请您就说的鱼，广烙的鱼香肉丝这儿，咱不吃别的了。鱼香肉丝，你看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有这个。嗯，鱼香肉丝，好好，我给你炒一个。行，吃一个菜能吃出川菜的特点，就这一个鱼香肉丝啊。先来这个啊，切点青椒丝，好，拿出提味啊。啊，这是佐料，不能多，不能少。嗯，来点胡萝卜丝，翘翘，胡萝卜最好了。嗯，人参呢，这就是小人参，对身体好啊。对，多吃青菜，少吃肉。哎，肉吃多对身体不好。是。别搁肉丝儿，是吗？不搁肉了。青椒丝啊，也别炒了，油大对身体都不好。哎，搁油了啊，不还来老虎菜吗？对，这都不搁，可不是还是一块老虎菜吗？这个川菜，老虎菜是川菜啊，川菜。吃完我这川菜，你窜去吧。哎，对。也就剩这个了，你穿去吧。嗯嗯，痛痛快快的啊！行，老辣，这辣，这辣，这喝酒的，喝酒完事儿，来碗面。哦，改吃面了。哎，北京人讲究吃面。对，炸酱面怎么样？好啊，行吗？好，炸酱面，炸酱面，北京好黄酱。哎，卸好了香菇，嗯，拿香菇水卸这个。哦。把香菇切碎了，这么炸酱，肉末、鸡蛋、生葱末炸，炸完肉喷的儿香。这面咱们抻啊，自个儿抻。哦，抻条面，一根一根就开了，了不得了。煮完捞出来，嗯，搁菜码，嗯，搁两块蒜，哎，配好了酱，哎，啪啪啪一拌就得了。嗯，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啊。回来吧，上讲究，讲究不能后过水，这个最讲究的，没听说过，拌好了过水去。啊，昨天不是都糟在这儿了吗？这艺术家，你什么艺术？
术家呀，这是。这吃的多热闹啊！什么热闹都冲没了，这个汤面的效果。啊、行了行了，先过水啊！行，你随便，随便，这是一种吃法，知道吗？炸酱面，炸酱面，再来点泰国面。泰国面没吃过吧？没有，完了，这不懂，你死去吧！哎。我不至于啊，泰国面都没吃过，说实在的，怎么做呀？多余活这么些年，那什么意思？这下功夫哦，泰国面讲究酸辣口，哎，那是那儿的特色。哎，它天气跟这有关系，对对对，又酸又辣，泰国菜好吃。怎么？泰国面，泰国面，把面和得了，硬一点啊，泰国面得吃硬，硬一点哦。有特制的泰国刀，嗯，把它制成柳叶状，嗯，煮完之后搁在碗里，嗯，知道吗？辣椒啊。醋啊，哦，蒜呢、啊？泰国蒜都搁里边，泰国蒜。端着碗面给你，嗯，还有一句正经的泰国话问你，怎么说呀？你谁叫小黑色的吗？嗨、哎，您说这不是刀削面吗？这是山西口都出来了，正经的泰国方言，哎、这是太原方言，泰国方言呢？还多可恨你，多可恨啊！记得这是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弄一碗刀削面呢。你们吃饭的搅和，你看谁啊？谁搅和呀？太不像话，你不像话，我不像话，知道吗？你请不请啊？说半天没人话，你看说这么些菜啊？啊，你不馋死我，你气死我这不是吗？气死我吗？您那想准了再说吧。啊，吃假吃，真吃，外边吃去，外边吃去，外边吃，可以啊。饭店好，我带您上饭店吃去。上哪儿您呢？大饭店。说一遍，大饭店，大饭店，对啊，啊，饭，对，说按份，刚才读的挺准啊，您别让拼音给带沟里去，饭，哎，大饭店，大饭店，哎，当然这泰国去多了，舌头不好弄，你知道吗？甭提这泰国了，您就北京饭店，好好好，怎么样？行啊，北京，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好，南北全席满汉榨菜，榨菜呀、啊，是的，口重，什么口重啊？齁死你了！那全是咸菜，那是口重。大菜，满汉大菜，满汉大菜。对，当初啊，啊，想当初，嗯、啊，在想当初，还有一事儿呢，是吗？没有，我以为都背完了呢。什么意思？这是什么？你说什么意思？这我不老懂的，这个。想当初怎么的？想当初我请你的父亲吃过一回。啊、哦，我爸爸。你来、哎哎哎哎。你说我说这干嘛呢？啊、你哥俩吃过一回。哦，老爷子居中而坐。嗯，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端着杯酒。嗯，老爷子敞开了吃了。哦，吃一痛快啊！受罪了没啊？您都受罪了。受罪。今儿一个是给您。接风洗尘啊，一个是替我爸爸道歉啊，怎么了？他当初不该报警的啊啊！给我爸逮起来了，放出来了，这是放出来了。什么是放出来了？给你爸爸吃，这高兴吃什么了？呵，南北全席满汉大菜呀、啊！得了，您、嗯、也甭跟我这吹了，嗯，您就说上几样菜来啊，我听听。不相信是吗？干嘛不相信？完全不信。吃这个饭可有讲究。什么讲究？要先上几个压桌碟儿。哦，四干四鲜四米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这是什么？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儿。嗯，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嗯，四米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粉白斩鸡扎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嗯，四点心芙蓉糕朗糕。拿元宵好，这都是压桌碟儿、嗯，爱吃吃，不爱吃撤下去，给我打包搁在这儿了。还带打包的，嗯、还没吃呢就打包。紧跟着上南北全席满汉大菜，什么菜呀、啊？蒸羊羔，哦，蒸熊掌，嗯嗯，蒸鹿眼儿，好，烧花鸭，烧雏鸡，烧死鹅，嗯，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儿点鸡脖鹌鹑卤十点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帕氏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鲜拌腰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发烧鲤鱼发烤鱼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锦套肠麻酥卤卷卤煮盘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鲤鱼三鲜烩白毛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金鹅炒鲤鱼炝鲈鱼芙蓉燕菜炒虾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多少海参多少白菜炸炒炒田鸡为我吃的清蒸吃的清
地儿，花鸭撒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上包括炒丝，上冬瓜，焖鸡掌，鸭掌，卤回椒白，茄干，菜头肉，鸭羹，蟹肉羹的三鲜，不许烫。好，红丸子，嗯，白丸子，还有六丸子，八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跟着那些豆腐丸子，鲜鲜丸子，巨丸子，宽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胡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肉，肉，红肉，白肉的，水晶肉的，绿的肉的，酱豆腐肉的，黑羊肉，酱羊肉，双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三三样，爆三样，混一次会彩蛋，油焖炸的，三鲜鱼翅里的鸡，这条活的鱼是绑架孔子鸡。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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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吃完你妈的胸脯，吃饱了，撑死了，撑死了。大家的捧场，哎，您鼓励啊！来了这么多人看我们的一后台是胡说胡唱，我们连老带少其实都是相声界的小学生，是我们离人大师啊、艺术家呀、啊、还很遥远，不够。为什么今天选择做这个基本功的专场呢？嗯，我们觉得相声啊，要想好，要想再度繁荣，还要脚踏实地，要扎起多起。对，我们要把这些传统节目一一的恢复出来。哎，为了相声事业，嗯，我们还得下功夫。对，当然了，嗯，主要还得靠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北京相声大会、北京德云社到不了今天。对，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演员，嗯，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你们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艺术。有人说这胡说八道，怎么？但是呢，我没有解释。怎么解释？京剧难啊，嗯，还有四功五法。哦，有老师看着你，有章法，有尺，照着规矩走，错不了。哦，有度，不成功是你没用功。哦，你说唱京剧大鼓，一板三眼，嗯，拍着唱就行，拍到死你也错不了。你说唱西河啊，眼上张嘴落到板上，哎，翻着来唱什么都有规矩。嗯，你说舞蹈也好，你说体育也好，只要你达到这个训练强度，按照规矩来错不了。对，唯独相声。哦，为什么相声没有派就在这儿？嗯，京剧可有马连良马派，对，他可以批量生产，一百人学马连良。哦，啊，一模一样，观众能接受。马派越像越好。对，当然了，超越马先生在发展呢，是您个人的问题。嗯，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艺术追求和修养呢，能达到神似和舞台上能像马先生，观众就已经很知足了。对对对，相声不一样。想当初天津有一个演员学马三立先生，哦，一模一样，那么像他的录音跟马三爷的录音搁在一块儿，能叠着放，你听得出是俩人的。这下功夫了，模样长得也像，哦，个儿也高也瘦，台上动作小节骨眼没有一样的地儿，哦，可是观众就不乐。对，很深，嗯，这里有心理学的东西。哦，啊，台上一站，台下都有观众，让您乐您乐，让您鼓掌您鼓掌了，就心理学的东西。而且每个演员不一样，模样长得都不一样。嗯，我说的这个包袱这个笑料，您听着可笑。对，那么换别人未必可乐，两个风格。别人说的可乐，换到我这儿也不可乐。哎，偶尔一个动作我这么比划，您看着好玩。嗯，换他也许不好玩。对，就这东西很神奇，难就难在哪儿呢？无章可循。没章法，他没有规矩。嗯嗯，正因为这个他很难，多一个字观众都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为什么中国的相声不好听？很简单，演员95%都是外行改过来的。上完了，这是从解放后啊。哦，解放前老先生们那都是在师傅家学徒受苦，七八年娃娃腿，然后跟着一块上地上剧场去演出啊。为什么现在相声不好听呢？给您举一个例子就听明白了。怎么说？比如说北京京剧院，嗯，400多演员，多刺
的那个，他也是戏校出来的，从七八岁小科班，后来出了一批有好的有不好的，嗯，不管多次他都是专业训练出来的，瘦不是跑龙套那个也是八年，也学了八年。如果说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突然间是一个空架子，现在开始招人，招一批，招四十个瓦匠啊，五个修脚的，六个厨子，房管站来齐了啊，来这么一批二十七八岁的三十多岁的，哦，把他们搁到京剧院去演戏，嗯，所有人都会说这戏没法看，那是没法看，这帮人没学过，哎，大伙都这么认为，唯独相声大伙都忽略了这一点，嗯，从解放开始到现在，我们很多艺术家，很多演员，很多相声的小星们，嗯，95%二十五岁之前都是干别的行业，是300，月挣400，啊，不挣钱，哎，这块偶然的机会，俩人说点普通话，嗯，就算相声演员了，他没有受过基本功训练，普通话不会，你知道吗？是吗？而且好多艺术家现如今他都红成那样了，他没学会就红了，你让他再回头学，他不认头，是吧？而且相声来说呢，好混，你会两段你能买车。是吗？会三段就能买房，哦，为什么呀？全国太大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啊，我到山西某县去演出，啊，各会一段能说五分钟，演完了拿3万我就走了，我可以今生今世不来这个地方，中国这么大，混到头我都演不过来。是啊，啊，就这么混，就这么混，大批演员都这么混，谁会去下这个功夫？下功夫啊，从8岁开始下功夫，哦，下到20岁。一个正经的相声演员红什么时候？40岁开始红，这是正常的，这是规律，这是规律，非得这个才算。嗯，但你不遵守规律，不按常规出牌。哦，另外还有人说，说现如今呢，这个电视毁了相声，不能这么说。大部分小星都是靠着电视红起来的。哦，应该念电视好，若没有电视，好多偏远地区不知道相声为何物。对，谁知你是干嘛的？嗯，是不是？是，你往前倒倒那些年，想当初的演员，哎，还穿制服的时候呢。你要没听过相声呢啊，俩北朝鲜政府官员站那儿啊，是不是？念电视的好处，但是电视它终归是跟相声有区别的这么一种媒体。哦，我们一段相声40分钟，那么长，我们俩说过1小时一段也说过。对，传统相声每段都是30-40分钟，都大。可是哪家电视台能拿出50分钟让你说一段相声？不可能。对，我们大批的导演也是啊，这个节目你给你啊4分37秒说一相声啊，1分28秒你要让观众笑一下。哦，违背艺术规律，相声演员就应该告诉他，您这是胡说。哎，但是不敢，没这规矩。大批人，你要敢说这个，您这胡说，导演马上就告诉你，你不要再来了。有的是后盯着的啊，把这锅子下去又来几个，这行我能做到，我行。这就改正了。导演不懂，演员也不懂，对着糊弄，恶性循环。许多演员拿大赛就当成是一个广告，我说的好坏这一圈，这10分钟是我的，全国人民要看，得自己说点话就没法弄。还养了一批相声大腕、相声明星，一个个还铁着大腿的，挺对不起观众。说实在的，观众是演员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对，当然我们也没名没腕，我们也比不了人家。不过我们也觉得他们有的人做法不好。嗯，好。撇着大腿，观众去照个相，没工夫。哦，那天怎么样？啊，费这么些年劲，坑蒙拐骗成的角儿了，好容易成腕了，这么欺负你，装什么孙子是吧？好嘛，这骂上了。你就开单子，我能挨个告诉你，这些演员原来都是干什么的？啊，炒建筑的，烙烧饼的，卖这个卖那个，那没有一个是说相声的。接老底儿战斗队。啊我爱相声，我怕它完了。嗯，但如果再这样下去，相声就他娘彻底的完了。是，没有明白人了。嗯，没有明白人了。所以说，我们弄这摊儿不同人不出力。哎，这到今年开始，我们为了把相声弄回剧场，是第8年了吧？你看看，第8年，很长时间，干了很多年了。在中国，第一个把相声带回剧场是我们。哎，这是95年、96年的事情。嗯。所以这几年风风雨雨，各种坎坷，无计其数，够一40集电视剧的。是啊，很可笑。有机会咱们可以聊聊这个。哦，当然了，说到根儿一句话呢，嗯，演员第一，后台来说想搞剧场相声，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作品。对，传统相声1000多段，嗯，现如今的演员弄得还剩100多段，100多段已经说不了的。嗯，搁在台
个传统相声，哎，不能说，啊，陈旧，腐朽，哦，你要弄新的，冤家，你错了。是啊，你无论多新的相声，你拿出来，我也能告诉你，你里边这个包袱是哪段传统相声里边偷出来的，都有框架。中国的语言呢，被老先生挖掘进了，从清朝末年开始，许多老前辈把相声中国语言里边值得搞笑、值得幽默的形式和技巧都提炼出来，就这些方法都搁在这儿。你弄什么相声，你要先会这些技巧，你不能说抛弃这些，我拿苏联话我弄一相声是吧？啊，我们不反对相声创新，哦，但是最起码你要先学会它再说创新。好比说厨子，如果说这一辈子就会鱼香肉丝，这不行，你得创新，各种菜都得有。对，不理解创新之前，你要知道什么叫菜刀，什么叫炒房。你端一夜壶，你非跟他说创新，扯淡。这是一个很无奈而且很无耻的行为。相声来说分开了13门功课，哦，说单的，说对的，说群口的，白沙撒字儿，嗯啊，会这板子，哦，会太平歌词，开场小唱，会数来宝，会口技，太多了，是十几样。太平歌词现在都没有了，旧社会啊，后台我问过刘文步刘先生，嗯，确实这样，说学逗唱，唱太平歌词，哦，不会太平歌词，跟人说话都觉得亏心。是吗？人家挣100，你挣75，少一门功课，晚一门功课。嗯，那阵演员都知道要脸，为什么呀？你少一门功课，少挣钱，家里人要挨饿呀。哦，哎，一解放到工资了呗，他们就救了。这就不学了，不用学了。太平歌词其实很好听。对，为什么现如今没有人唱呢？既好听也难唱，不好唱。上下就是来回叨叨，就这两句，两句里边把它唱好了，就难了。哦，啊，大哥。叫单刀赴会，哦，啊，三国的段子，嗯，挺好听啊，好听吧？没唱。东走扶灵，下行船，楼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胆大慌门把书来下，下之在。好听，好听，多好听是吧？正经八百唱好听，好多曲种现如今也听不到了。哎，其实说句良心话，传统曲艺、传统戏曲，哦，应该好好的走动脑子了。哦，旧社会这一趟街十家都是剧场，家家吃饭，家家开戏，一天3场。哦，你看也没人给他开工资，都有钱，家家都活着，对吗？嗯，唱戏也是，梅兰芳、马连良这个京剧班，哦，太多了，是家家都能开戏。你现如今拿着工资倒唱不了戏了，这是个事儿啊！应该好好琢磨琢磨这问题。是是，好多京剧多好，好多这个老戏，现如今也净听不到。一天到晚的，除了女起戒就女起戒，怎么净起戒？我就纳了闷。是啊，净起戏，嗯，1万多出戏就不能换点别的吗？观众看不腻，你自个儿还唱着腻，哦，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多曲种也没有了。哦，我门口有一小孩啊，
大学生，我说你上那儿去看看，嗯，看票不去，不来。我说古曲不听，不听京剧，我不懂，不懂，真不去，我听不懂。哦，多可恨！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啊，会好几国外国话，哦、当特务好材料啊，有当特务的吗？啊，英语、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韩国话、南斯拉夫、斯拉夫、东斯拉夫、西斯拉夫，哪儿那么些斯拉夫啊？这哪儿外国话都会。跟八国联军坐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输不了，你知道吗？嚯、嗯，太好了，这个。你让他听着相声，他不懂。这么些外国话都懂，中国话你听不懂。嗯，法律要不管我，早打死我了，我告诉你。甭解恨了，这就好多事情很悲哀。嗯啊，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现如今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都得写成纸贴在墙上叫大伙儿说。哎，这悲哀呀，这是。真是不是？真是这样啊！听郭德纲的相声都有正义感。你瞧，还总结规律呢。嗯，我没有可怕的，我也不怕得罪人，胆儿大。我只是为了相声高兴，我很怕他完了。是茶馆有句话，我爱大庆，我怕他完了。搁、嗯、在我这儿一样，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嗯，我爱他，他妈谁爱我呀？这也是原词儿，是不是？谁告诉你原词儿？我编的。不光是这个曲艺，其实戏剧现如今也挺难的。嗯，我挺喜欢地方戏，我学过。我、哦、学过戏，梆子呀、评戏呀，嗯，我都唱了。现如今好多戏，我说两句话不爱看。哦，那评戏改的还不如歌剧好听呢啊！是，我们这伟大的北京曲剧，嗯啊，现在可以叫它有猜谜语的这个功效，你听。怎么也听不出来是曲剧啊？啊，这不四不像了吗？就说是呢，啊不能单纯的追求这种东西。哦，改可以，变可以，但不能断了它的脉络。有本断了就死了。您评剧也是，啊，评剧过去多少好剧目，现在又没有了，是吗？甚至有也是改成换编，加几段歌，这加一舞蹈。哎呦，啊，玉堂春以后来一烂跳舞了，算没到这是啊。那王二姐私夫回编戏的戏多好，嗯，老年间这戏难看，回杯比怕开裂。对，这都吃功夫。为什么呢？你甭说别的，后边小声有一大段唱，就这一大段唱，嘴不利索唱下来。哎，啊，好，我不会。说到这儿了，您不会。回杯戏花园香火曲有这么一段，对，现在改编本没有了，弄六句打发了，早前108句。哦，你看你啊。得了，说到这儿了，我不全记着，我忘了107。您比他们还少，合着有这么几句，唱一段吧。唱腔啊，嗯，没有乐队，拿板合着，好、哦，哎，无场合着，嗯，一病三月无有灵，电线犯浅船拉下，无有银两把当清，掌柜的一剪翻了脸，你是个将摆着店门厅，二哥我们住在无锡内，花子堆里的把身中，有名花子360，无名的花子数不清。有
金饼，前面喝一顿喝了六盆汤，八十斤饼六盆汤，喝完了有点撑地慌，二哥有官没官回来一趟吧，赶紧的搀着二妹妹，咱们俩就去趟茅房。没听说过。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面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三楼的朋友们，你们好。哪儿啊？什么眼神啊？不是啊，啊，来人不少啊。是，那倒是。我很欣慰啊，高兴。我很痛快啊。啊，待会儿散了都别走啊。干嘛？咱们吃饭去啊，请客。谁去谁花钱啊。很好啊，啊，来这么些人我很痛快。哦，请吃饭吧不现实。对，饭的时候每位上我那儿领50块钱去。哦，给钱。给钱这个合适啊。怎么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哦，那倒是。就是有钱，谁缺钱说话啊。您有钱啊？找我啊。哦，我有钱。您有钱好啊。哪儿说理去，我有钱了现在。有钱好事儿。原来也不行啊。哦，以前穷。实话实说。哦，吃上顿没下顿、家里穷得跟什么似的，住那破房子千疮百孔。你看要赶上下雨要了命，知道吗？怎么了？没办法，无力代表人了。是吗？所以说我发誓一定要发财。发财，一定要发财，挣钱吧。现在我发财了。哦，有钱了。有钱了啊。前些年美国打伊拉克，啊，打完之后我发财了。哎，这您怎么发的财呀？打仗前打仗后分别发了两笔财。怎么发的呀？打仗之前所有美军这些士兵的盒饭我供应了。美军吃盒饭啊？多少人啊？啊，多少人啊？啊，连长往上西红柿鸡蛋的，连长往下尖椒土豆丝儿，我一锅一锅的炒啊，我送给发财了。还昏？打完仗之后我又发财了。这怎么发的？什么导弹呢、坦克啊、军用吉普车都没用了啊，都破军火。我拿三轮车都拉回来了。拉回来？拿锯都把它锯开了。干嘛用啊？胡托口弄一大锅，嗯，锅里都放好，底下架上火烧。干嘛？把它烧成铁水。哦，拿勺舀着往地上泼。这是泼完了裁齐了，等干了接起来卖铁板。倒卖钢材。这钢材呀、发了财了啊。这回行了，您有钱了，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干嘛呀？吃喝玩乐呀。哦，就造钱。造吧。嗯，买别墅，买房子，瞧见哪儿好卖，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钱了吗？买。好，穿衣服。哦，什么值钱买什么。穿好的。穿好的。嗯，家里那马桶，嗯，黄金打造，那么高级一马桶，谁家有钱？有我这有钱？这没有。马桶黄金的。好，搁墙。墙上，镶了墙上，您拉得了那么高吗？我这这，不是您别动手，有搁墙上的吗？马有钱呢，搁墙上啊！我雇人呢，曲艺团不都闲着吗？雇六个说相声，雇六个说相声举着我把我怼上门。没人去，啊，对吧？找别人吧，是不是？我有，就是有钱，有钱好。哎，这么花，你哪儿能花得完呢？花不了多少钱。你不能弄好些个马桶是吧？嗯，屋里边你弄一墙都是马桶，是吧？那成潜水艇了啊！嗨，甭提这潜水艇了。吃饭啊，吃好的，一天到晚就跟饭馆里待着。哦，请客。好，像你们这说相声这个啊，都跟我走。说相声都爱蹭饭是吧？跟我谁呀？跟我没有，请客吃饭。你说想吃什么吃？哦，川菜、粤菜，啊、京菜、鲁菜，各种菜系啊，湘菜、臭菜啊，哪有臭菜啊？就都吃，想吃什么吃、说，谁告诉我现在兴什么？嗯、我去。哦，就挑这样吃，吃什么最流行？我去。哦，都吃遍了。有人说吃泰国菜，哎。这现在流行，尝了尝啊，又酸又辣，
啊，不是味儿，不习惯，咱不习惯越南菜，嗯，也吃不惯，那也辣，也吃不惯，嗯，吃什么呢？那天碰见徐德亮他姐姐了，啊，哦，说相声有叫徐德亮的啊，刚才是他姐姐叫徐美丽，啊，徐美丽好看着呢，哦，大个儿是长得挺漂亮，嗯，当初我们两个人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您就甭介绍了啊啊！我差点成他姐夫，你知道吗？是啊啊啊！我说我说哎，我说现在吃什么最讲究？哦，吃什么才能花钱呢？我给您出主意啊！你上家去吧，今天我们家里来了好些个美食烹饪界的朋友哟，给你出出主意。好，来的屋里都坐满了，都是厨子。嗯，我说你们都怎么着？怎么能让我花钱呢？嗯，这个说了，我会做佛跳墙。哦，广东菜做佛跳墙，我吃过呀。哦，你怎么着？我会做这个罐焖鸡。是，这没什么意思。这又说了，是我做那个水煮鱼，这没意思，酸菜没意思。哎，我说美丽，嗯，你会做什么呀？要不你愿意的话，我行啊，我会做鸡啊，我能做鸡，你知道吗？啊，我说那国家不让啊，啊，国家不让啊，做什么鸡？红焖鸡，红焖鸡。哦，我说这也没什么吃头啊。有一厨子告诉我，现如今有一道韩国菜，韩国的油炸的番茄鸡最好了。是啊，卖的也贵啊。多少钱？就半只140。哎呦，那是不便宜。这行啊。哎，您有钱不在乎，这喝啊合适。好，我说实在的啊，啊，我适合吃这个贵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长记性 啊，以后就别拍了，知道吗？好嘛，啊，我合适啊。啊，好，吃吧。嗯，打车，北京城找去，去找来找去，人告诉我了，哪有麦子店儿，通县了。没有，没到那边啊，朝阳麦子店那边。哦，那儿坐车去了，一下车一瞧，不像个饭馆的样儿。怎么？两边就是什么发廊什么的。发廊？好多工作人员干嘛？站在门口。工作人员？这什么意思？这个？嗯，咱不懂这个。是啊。我说我不剃头，不剃头啊。啊。往里走吧，看看去。到井里边有一大饭店。哦。就是这儿。是吗？写着韩国字呢。哦，咱不认识啊，韩国字。啊，推门进来的是，还没到饭口没人。哦，就我一人。好啊，坐这儿清静。服务员过来了，点菜吧。点吧。服务小姐挺客气。是，韩国人兴这个，一鞠躬跟系鞋带似的啊，90度，甭点了，吃那特色菜。好，你们这儿有鸡没有？啊，那么神秘啊。我就是他是我吃那啊，给我上后边来来来来来，还上后头去，领到后边有小单间啊。啊，推门一进来不像饭馆啊。怎么也没桌子啊？有一单人床，有一枕头。说这怎么回事呢？是啊，我正纳闷呢啊，他进来了。哦，把门关上，插销插好了。哟，把灯关了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大晴天，哼，不是郭先生，我恭喜他王当空间。你先别闹了，您别闹了，当天晚上还没说完呢，怎么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这大太阳，哎，这不是没问您太阳，这晚上怎么样了？一关灯，对，警察就进来了。警察进来了，罚了10000块钱。啊，后来我们就偷着去了，偷着去。嗨，吃嘛，吃饭，为了吃饭。您那是吃饭？吃饭，吃饭。感情这玩意儿挑费挺大的，费钱。吃了些日子，我又穷了，全吃干净了。你说这玩意儿啊，啊，穷了，没钱了，啊，又恢复以前的日子了。又没钱了，冬天了。全家人连件棉衣都没有，没得穿了，吃上顿没下顿。哎呦，我那儿子也闹，一天到晚的，哪儿去？孩子闹，啊，我饿，我饿，那可不饿吗？讨厌啊！你去年没吃饭？去年啊？那管什么用啊？去出去玩会儿去，出去玩会儿去。嗯，孩子出去了，10分钟又回来了，干嘛？他那个了不得啦！怎么了？姥姥来串门来了。哦，姥姥来了。姥姥来了。哎，哪个姥姥？胖姥姥
瘦姥姥，怎么还分胖的瘦的呀？这胖姥姥是舅姥姥，哦，家里有钱呢、啊，哦，有钱。瘦姥姥是亲姥姥，我丈母娘。哦，您岳母。哎，胖姥姥，瘦姥姥，谁来了？瘦姥姥。得，岳母，关门，不让见。你琢磨，他但凡吃得饱，能瘦成那样吗？啊，啪，门就关上了。嗯，门刚关上，嗯，我丈母娘就到了，来了，顺着门缝就进来了。这也太瘦了吧，这个啊！你琢磨琢磨啊，顺门缝进来了，嚯、哦，进来还说我呢，姑爷。你怎么还关门呢啊？这怎么回事啊？不，这行别比划了。哎，行了，瘦他瘦，瘦也不能跟皮影似的吧？这太瘦了啊！太瘦了。我说喝，我说妈，您来了，来了，吃完饭来的吧？有这么说话的吗？别废话啊啊！别废话，没吃，嚯、啊！我一嚯一口气儿，嗯，日。丈母娘挂墙上好嘛，两边有钉子，把袖子挂上，乍一瞧、嗯、我岳母跟耶稣似的，没见过这么瘦的耶稣。来，上帝下来吧，来吧，现摘。真没吃饭呢啊，正好一块吧，一块吃，上炕躺着吧，躺着。我们家有一宝炕，一头冲上，一头冲下啊。今天要是吃饱了，大头冲上，今天没饭辙，掉一个脑袋冲下，空着。一会儿的功夫，心火就上来，就不饿了啊。那可不是吗？空着吧。嗯，空了有半个小时，老太太坐起来了啊。嗯，擦擦鼻血，血都空出来了。还饿吗？不饿了，不饿了，还是不饿了。看看这尺寸，回家您也弄一个啊。甭学了，这个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啊，说点那个减肥方面的事啊。减肥的事儿 啊，都这样了还减肥呢，时尚吧、啊、还追时尚。聊了一会儿天就不早了啊，睡吧睡吧，都躺下吧，躺下吧，都躺下吧、嗯、躺下是躺下，家里没被窝呀，被窝全家就一床被窝，哟，跟口罩那么大，那还盖什么呀？给孩子盖吧，管用吗？盖肚子上省闹肚子。这娘俩怎么办呢？啊，我媳妇儿，我丈母娘，这怎么办呢？啊，你们躺好别动啊！啊，我想办法。什么主意？我出去弄两筐土进来，拿铁锹拍严实的。活埋了，别动啊！半夜里要翻身的时候留神啊，露着胳膊冻着啊。愣埋。哎，你们娘俩是有造化的。还有造化？谁埋我呀、啊？你怎么办呢？我干什么呀？啊，我出去找了几块板砖来。干嘛？这是我的枕头，砖头当枕头，身上怎么办呢？也凉啊。想起来了啊，院里有一水缸，没底儿、哦、拿进来搁在炕上，钻进去，这就是我那小被儿。嘿，好嘛，盖着我这被啊，睡觉、睡吧。半夜里边我们家闹贼了，就这样还闹贼呢，太没良心了。他偷我，这偷什么呀？你说他有人性吗？气得我呀，我这看着他，啊，他还纳闷儿呢。嗯，哦，这还黑社会的吧？连灯都不点啊？找这儿找那儿找，我心说你找不着啊。我找了好些天了，什么都没找着。对，抄起我这枕头来，就那板砖，开，啪，哗，流血了，血下来了。嗯、哎呦！站着喊，嗯，我乐了，怎么？小贼，你认便宜啊？得亏是枕头哦，这要拿我这被窝砸你，早完了。好嘛，拿钢拽人家。起来，起来，起来，闹贼了啊！把他捆上。不，你胆儿不小啊啊！你敢偷我啊？认打认罚呀？认打。哦，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嗯嗯，认打呀啊，把你炖了。炖了，把你炖了啊啊！认罚，罚你7亿美金。啊，穷疯了你！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有种，你炖了我。”得，哼，滚刀肉！哼，你敢跟我这样说话啊？我告诉你，嗯，我要是有锅，我早就炖了你。哎，没锅，一翻身上啊，翻出1块钱来，一块，这1块钱啊。真缺德你啊！嗯，他都把衣裳都给他扒了，把衣服全扒了，光着了。走走走走走吧，这就出去。走，我不走，这样出去别人打死我哥啊！那可不是吗？我借你件衣裳吧，有衣服也不行，我们都在身上穿着呢。嗯，哎，你陪我这被我走，把刚。
缸给他扶好了啊，搀着他跳进去，一端着缸，嘿，站起就走，回来。干嘛？没打你，没骂你啊！啊，你就不懂得客气客气吗？要谢谢，鞠个躬也好啊。哦，哼，恕我甲胄在身，不能十一全礼。嗨，行了行了，就甭弄这客气事儿了。躺下了，啊，跟我媳妇商量，时来运转呢。怎么？有这一块钱啊？那管什么呀？明天早上起来，咱们先放高利贷。一块钱有一个月收他个3000万5000万跟玩似的，紧跟着股票上市，嗯，咱们收购电视台，一年的功夫，嗯，咱们的身份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啊，想瞎了心了都。好好，这会儿功夫天可亮了啊，嗯，我一瞧这一块钱呢啊，嗯，还是假的，这一点用没有，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啊。我估计这要放高利贷啊，啊，得有一半的人不承认他，嗯，全不承认，怎么办呢？正琢磨着呢，嗯，门口来推车卖早点的，啊，见过吗？早点知道，推车，啊，豆腐脑、豆浆、稀粥、面茶，还挺全，炸糕、油饼、油条，推车卖，这阳光早餐。哎，我说媳妇儿啊，就出去买点早点进来，大伙儿先尝尝啊，快去买早点。媳妇洗脸化妆，哎，化妆描眉，画眼睛，好家伙，啊，画口红，这么大，嗯，小嘴儿，嗯，还小嘴儿呢，画好了，我别拿那大锅啊，哦，拿咱家那小锅就行。这这么大号小锅啊，拿着出去了，哎。师傅啊，哎，对，打一锅面茶，打一锅面茶，打一锅面茶。他把他那锅端起来，这么大个儿，啊，往我这里倒，连底儿都没铺满。哎，对，不够挂边儿的。媳妇端起来，端，先喝的七八口，解解饿。一会儿瞧出钱是假的，也不往回退了。啊，好，感谢什么？麻花、油条、油饼、嗯，炸糕都要啊，一样来，来个300-500的啊。干嘛呀？给你这个找钱啊，快。一块钱假币还找钱呢，买早点的接过来眼泪下来了，怎么了？大姐，您这是假的呀？看出来了，是假的，嗯，怎么着？不怎么着，您要是印的也对得起我啊，这是铅笔画的呀。愣画呀，你太万恶了你 啊， 啊，你四张废纸就敢蒙吃的呀你啊，太不像话了。我媳妇能饶他吗？怎么三说五说俩人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卖面茶这小子心狠手辣，嗯，举起手来奔我媳妇来了。哦，我媳妇不是饶人的主啊。是吗？端起这面茶锅汤一砸，哗啦一下就碎了。哦，连血啊带面茶全下来了。哎呀，我媳妇俩手紧着劲儿的葫芦啊，葫芦这血，葫芦这面茶啊，好，还是吃啊，喝一口是一口啊。啊，一伸手抓四个炸糕，汤汤汤一下先扔进仨去，嗯，连嚼都没嚼就咽下去了。你瞧，把这要搁嘴里，要吃还没吃呢，这小子过来一脚汤把我媳妇踹躺下了，嗯，大脚丫踩着这个绷嗓子啊，让那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这难受。我在屋里瞧见我心里不是滋味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对，我能不管吗？您得管，垫不您腰蹭了一伸手汤，这干嘛？先抓一捆油条，哎，好嘛，我又看见粮食了我呀，哎呦，我先吃两口吧，饿极。我一吃油条这小子不干了啊，抬脚奔我过来，哦，他刚一抬脚我媳妇咯搂一声死了。炸糕咽下去了，还吃呢。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窃洗澡》，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别的欣慰，头回听那倒口版的，那
哎呀，我这个心里这个痛快呀、啊！你高兴什么呀？大伙儿都是来听相声的，对，都喜欢相声。我也是来听相声的。您也喜欢相声？不许啊！没有没有，喜欢相声我们愿意。哎、是啊，嗯嗯。我可爱听你们这行子的，这这行子呀，好东西啊！啊，倒是，横击筹啊，对，获奖正气。您去去数的是怎么着？还获奖正气吗？您跟报纸上都写着获奖正气吗、啊？没有，叫什么呀？弘扬正气。弘扬？对，弘美羊肉。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我爱听相声。那好啊，你管着吗你？没，我不管您，我就好听这个。那我们好好。我昨天做梦还梦见说相声呢。做梦都能梦见相声演员？一个大汽车哦，拉了一车说相声。您都认识啊？开车的叫侯宝林，大师啊。副驾驶是马三立，哎呦，后边坐着一车说相声的，是啊，都是那个高人呐、啊，谁呀、啊？不像陈，哟，郭全宝，嚯，郭荣启，哎呀，这都老先生，常宝坤，嗯，牛振华，罗桑，胡彪，我看看有于谦吗？这车里头不会有我，我这矮着个的走，怎么样？没有，对，没有，没有于谦。哎，一车死鬼怎么能有我呢？奇了怪了，就看开车侯宝林说的啊，于谦快点推啊，推车呢。合着我在最后头呢，你推着他们走的不怎么样，又怎么样？可见我爱相声啊！啊，那您梦见都梦见相声？到北京城来，那听相声，我打心里我痛快。好啊，多说点，说我们是给的不少，啊、多说是说完了返场，翻翻22个你。我们倒曾经翻过啊，有膀子力气嘛？我们是卖力气啊。好，我不是你们本地的啊，我是在咱们那儿混不下去的，在您那儿混不下去了，我惹了祸了，我跑出来的，我还不能说我自我保护的意识很强。您既然秃噜到这儿了，就说说吧，不碍事。我说了吗？说，人家都是爱听，您说一说。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啊。因为什么呀？俺们那个村子里边啊，有一个特别行政长官。您村里还住一特别行政长官？对。谁呀、啊？俺们村长。这，嗨。您就别吹大气了，了不得，执掌省啥大权，那也是村长啊，了不得。怎么了不得？脾气大呀。脾气大？脾气大。怎么看出来？呵，给你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说。有小孩蹲在地上拉屎，哦，村长看见急了，怎么喊那个狗过来吃？哦，喊三声狗不来，自个儿趴那儿吃了啊。这脾气太大了吧，这个性如烈火呀。哦，性如烈火，脾气大没什么好处。嗯，俺们都怕。是都怕。嗯啊，我那天村子里面村长带着几个副主任啊正谈工作呢。哦啊，8万啊一条。您这谈什么工作呢？这是还麻将工作呢？哎，对，就说玩麻将就行了啊，正玩着呢啊。我一看咱们村长那个汗都下来了，出汗。他有个毛病，怎么一年四季这个衬衣这个扣啊、不解开？那是热的。我一看出汗了，我给他解开吧。你解、你热了啊，坏了。怎么了？俺热了坏了。这有什么的呀？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解开吗？怎么回事？他那个脖子上有块癣。哦，不好看，怕人瞧见，就怕人家看见啊！我给解开呀，解开，要了亲命了。那也不算什么嘛，还会报复我的，是吗？怎么办呢？嗯，我想起来了，我们家祖传有一种膏药，哦，沾上之后就没了。那好，给他治好了，但是不能去根儿，怎么？要转移。
怎么转移？那这儿解下来，牙贴脸上，这儿没了，长脸上了。哦，还得转移到别处去。好，这我给你搁在胳膊上吧。好啊，用袖子盖着，看不见。转过来，这儿没有了。对，乐去，高兴了吗？鼻涕泡都出来了。村长什么德行啊？过两天穿短袖的，嗯，又露出来了。哎，你还看见了？我给你搁腿上吧，大腿。别说好啊！过两天他说出去要踢球去。哦，我就看见了。他穿短裤吗？给他转到屁股蛋子上面。啊，这儿就看不见了。那又惹祸了，又惹祸了。你看，有一天晚上咱们村出事了。怎么？咱们那个妇女主任啊，晚上出去玩牌去。嗯，回来晚上遇见流氓了。哟，村子洞口那儿蹭一下子出来个流氓。哦，俩人撕上一块了。在漆黑的一个晚上啊，妇女主任遇见了流氓，是经过激烈的反抗，嗯，流氓被拔个精光。对，这怎么那么乱呢？这事儿，我们那个主任呢，他不饶人的那个妇女主任啊，你想跑，你门儿也没有啊！哎，哎，这不行，这，哎，哎，哎，见义勇为，知道吗？什么见义勇为呀？啊，以后您就说俩流氓碰一块了就行了，知道吗？不许你侮辱他，没听说过。哎呀，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好了，让流氓抬不起头来。是啊，把流氓吓得啊，转身就跑啊。流氓跑了，光看见脸，光看见屁股上有块癣。哦，你看，全村人都传呐、啊，说那个流氓是村长。哦、你看看，这不惹了祸了吗？啊。妇女主任那个老头子不干呢，不干啊，把村长叫到家里去，哦，要商量这个事儿。这还商量什么呀？一不打你，二不骂你，怎么办？你这样，我这有三斤炒黄豆啊，你把它都吃了，你就走你的。吃炒黄豆？哎呀，村长来这不叫事儿啊！是啊，那屎都吃那么些个了。哎，对，对，你着急，那不是三斤都吃了，吃吧？要喝了一肚子凉水。哦，又打屋里往外一走啊，啊，我跟着一个古乐队，怎么？哎，吃豆子是有这么一项啊！大伙儿都纳闷，村长怎么的了？啊，村长还遮羞脸呢？怎么说啊？人上了年纪，就爱放屁啊！过去一天一个的放马粪、嗯，现在好干屁，水果味儿，一个屁顶过去五个，好干屁，上五楼不费劲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干嘛还蹦五楼上去了？是怎么着？你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啊，他会报复我的，还报复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回家之后我跟我老婆子商量啊，我说媳妇儿怎么办呢？嗯，你说这个村长恨上我了，是有办法没有？我媳妇儿说，那这个事怎么办呢？啊，谁让你逞能呢？嗯，把我烦的，您烦媳妇儿就是好叨叨，这个嘴不闲着，好磨的，一天到晚这个嘴不闲着，老说呀。夏天我就烦的恨的没法没法的。啊啊，说您出去吧，啊，拿点钱，你上海边去玩去。是吧，海边旅游去吧。哦，好，走了俩月回来一看，我的娘呀，怎么牙都黑了啊？到那儿也没少说呀，这个啊，牙都晒黑了。是啊，你就知道他多能说了吧。哎，对对对对对，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啊，嗯，你有办法没有啊？嗯，赶紧你出去吧，你也走吧，你上北京吧，找你哥哥去吧。北京您有亲戚？我哥哥在北京啊。啊，那你找亲戚？我找他来吧。啊，我到了北京了，我把地址弄丢了，又找不着了。爱情，北京比咱们村子大一圈啊。那不是一圈知道吗？好几圈呢，是吧？俺那娘呀，那个大楼那个高啊，高楼，一二三四，还数他干嘛？往上数。嗯，俺那边来个小伙子，骑着车一脚踩住，哎，打什么呢？嗯，数楼呢？北京有规定，不许数楼啊？哪儿这规定啊？罚款。嗯，这也罚款？北京这个规矩大了。嗯。多少钱、啊？嗯，你数多少了？嗯，数五层了。啊、嗯，五十，一层十块。我那娘，一层十块啊！给这五十，这小子啊，蹬上车人就跑了。那还不跑？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啊！人家倒缺心眼儿。傻子，怎么回？我都数到十八楼了。呀嗨！人家缺心眼儿呢，还无形中我就省了不少钱啊！哎，您照这么省下去吧，那就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办法。他是走了，顺着口袋掉一张票来，掉什么？捡起来一看，嗯、啊，
文化活动中心通票，通票全能看。通票，嗯，我上那儿通通去吧啊！什么叫通通去？就都能看吗？哎，对，全行。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我找到那儿来。好，一进门，呵，啊，这个大楼是多层啊？还说进电梯啊？进电梯一个小时没上去，怎么回事？没电。废话嘛，这没电你上什么电梯呀？也不换换电池，你说这这是电池的吗？一楼有个大剧场，嗯，一帮人坐那儿看演出。哦，我也坐那儿吧，坐那儿好。出来个主持人，对，各位朋友大家好。哎，是怎么说啊？演出现在开始了，哎，欢迎您欣赏咱们的文艺晚饭啊。晚饭呢？什么舌头这都是啊？晚会啊？他这个普通话讲的不标准，这是啊？您这也不怎么样啊？谢谢大伙的光临，嗯啊，今天在这儿我们演出文艺节目。对，您听说过黄河吧？黄河，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这倒是。我们要关心母亲河。对，下面请欣赏长江之歌。没黄河什么事儿啊？这不全都是人话吗？这说的是呢，这个谁演的？大半天黄河改了长江了啊！转身我就出来了，甭听这个。到二楼一瞧呀，嗯，有一个大的游泳馆。哦，游泳，一个都是这个水呀。啊，他锻炼啊。教练看见我，一把来进来了。哦，游泳，让您游。我说我不会，我教给你吧。啊，好，这真好啊，带我在这里边游啊。一个小时我上来了。好，行了，今天到这儿吧。怎么呢？实在喝不了了。您喝水去了上哪儿？我这个水量就这个意思了哈。嗨，不是这量的事儿。又上楼了，嗯，来到楼上一看呀，嗯，饭馆啊，吃饭的地方，韩国料理。哦，好，一看菜谱，嗯，泡菜，对，哎，菜还能放泡。菜，转身我一瞧啊，嗯，就是那个辣白菜啊，就是要35。哦，一结账我就认识了啊。是啊，韩国料理，嗯，让韩国人给料理出来了。嗨，不是这么解释。旁边对门有这个小剧场，哦，演这个马戏，哦，打水儿，饿出这个大姐，嗯，好看，长得这漂亮，是是，穿的一身那个绳啊，驯兽表演，耍一个大狮子啊，那个大姐嘴里嚼块糖，哦，那个狮子过来扛，扛就掉头了，有这节目，全场观众还鼓掌呢，好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不行吗？我也行啊，你成？那狮子牵走，啊，对，把狮子牵走啊，没行。用二斤汤没问题，是没汤也行啊，五斤我都能吃下去，这我也行，知道吗？你就是糖尿病不行，这没听说过啊。我先说，我先来啊。这帮没谁跟你排队了，这是啊。把狮子牵给还练什么呀？太没意思了啊！这个铜票就这个玩意儿，转身我就出来了，走到街上呀，怎么了？瞧见我哥哥了，我哥俩碰上了，推着他那辆小自行车啊，骑车啊，我的胳膊在这儿呢。啊哈！哎，兄弟，你来了，都碰上啊！我一瞧走道怎么这么怪呢？啊，扭着走，蹭着过来。哥，你怎么的？啊，你怎么的？别骑了，让人暗算了。怎么暗算了？今天骑着自行车走，本来不好骑，大顶风。哦，前面有个大胖子啊，骑着骑着往上一抬身子，啊，这是顺风全飘过来了。哎呦，我晕死啊！啊。恨的我要复仇啊！怎么复仇？我玩命的往前弄，蹬他头里啊！我一使劲啊，也放了个屁，我拉裤了啊！拉裤子里了！哎呀，兄弟，你可不知道啊，我骑着大梁过来的。嘿呀，对，不敢招惹实地儿，这是。后面咱给咱洗澡去吧。哎，那可不是先洗去吗？拐个弯来，有个澡堂子啊。咱们进来了，院子里边伙计挺客气。是啊，来来来，脱衣裳洗澡，脱衣裳。是，是我哥哥，你外边脱去。哎，对，实在太脏了，这。那院里脱完，那水管子呲干净。哎呦，什么罪过？我来这里头把我的衣裳脱好了啊！我找个凳子，我拴凳子腿上。哎，你拴它干嘛呀？你就丢了呢？丢不了，不能。我在村里洗澡还丢了呢。村里哪儿啊？在坑边上。嗨，坑边上没人呢。没人还丢了呢？那么些人，谁偷裤子呢？嗨，谁偷你裤子呀？别开那个门一看，奶奶娘呀，到了阴曹地府了。怎么了？正当中有一个大池子，正煮活人呢。是吗？有一个老头煮的要死，还喊呢。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上来呀你。不是啊，人家是洗舒服洗美了，不能啊啊，不能这个，有小鬼把人捞上来，坐在椅子上正扒皮呢，这。红了，哎，这不不是，那是搓澡的。哎呀，我一看这个地方，我来了，我有用武之地了。怎么？我扎个蒙子吧，在这儿。我练的我水性不错，刚才学来着啊。是啊，站好了往下走，等上了浪了。怎么了？小鸭子没进水，脑袋磕个大嘎子呀。废话嘛，喝了两口水，怎么袜子味儿的？哎呀，
你喝他来了。看这一瞧，这个水才到这儿啊！啊，我看看有鱼木有吧？这里没鱼。东一摸摸，你呀，啊，鱼是木有。对，有个大王八盖子。嗯、啊，呵，你瞧这个东西啊！我正摸着，站起人来抡圆给我一嘴巴。啊，不洗澡抹屁股干什么呀？嗨。